诸位知识、诸位居士大众早安。那我们请大众呢看到我们是第六现前地339页。339页这里呢最主要在现前地就是修般若波罗蜜那般若波罗蜜是一个叫做智慧的一种圆满的境界但是呢这个般若波罗蜜呢常常我们会以为是懂很多道理其实是能够观察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不能得般若波罗蜜的原因那因为你得要知道你为什么没有般若才会能够得到般若嘛那因为呢这个佛法里面呢讲到每一个人的智慧是本具的可是我们却不能够明白这件事情以至于呢虽有般若而不能够运用般若因此呢这个菩萨呢他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体悟这个道理之后呢在340页这边呢就开始讨论就是我们这个迷的一个过程在第二页第二行这里凡夫无智执着于我常求有无是不是因为我们就是没有这个般若波罗蜜的一种体悟因此呢当我们不知道自己本具有智慧我们就会怎样就会借由某一种获得来肯定自我因此呢我们就会怎样求有求无是不是我希望怎样我有什么是不是人跟人之间一见面就是你还在工作吗是不是那你这个有没有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呢是不是受到大家肯定你满意吗或别人满意吗这是第一个嘛再来你有家庭吗你有几个孩子你的孩子是乖巧的有成就的还是呢不怎么样的每天都是跑警察局的所以呢我们就会去问啦那或者是呢你现在几岁啦你拥有什么那你住在哪里呀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什么所有的这个世间的拥有它只是一个彰显你现在的身份地位的一个工具它是暂时拥有不能够永远拥有可是我们却在这里面呢迷失其中就患得患失所以呢有的时候呢短暂的快乐失去的时候就会一直陷入一种痛苦但是你并不知道其实本来就没有是不是如果本来就没有的话你失去就是它只是恢复本来的样子可是我们呢常常因为失去就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烦恼而且累积因此呢以这种错误的思维模式就会怎样就会形成造成后面的错误的行为所以不正思维就是观念错误了之后呢就开始呢行为就是偏差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学佛是要学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来听佛法在佛法里面呢佛陀讲就是一个道理嘛是不是那我们这样子听很多人就会问说那你听佛法有用吗是不是那你听佛法会很让你赚大钱吗会不会当然会呀你要讲会你不能说没有我们不执着不执着是因为你都赚不到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会呀但那你学佛法呢会得到什么好的眷属吗会呀所以我们以前有一个居士他说哼师父我从大学参加佛学社社团就是想要找一个学佛的美女就结论就是佛这个学佛的都没有一个美女这样我说人家美女也看不上你是不是人说他的心是想说什么我说你想要找一个好的眷属那心里面有一些条件
很聪明的人哈，就会把学佛当成是一个条件。好，因为他学佛之后他会修行，虽然他现在不怎么样，可是他会进步。但是他不学佛哈，他可能慢慢的有一段这个进步哈，就停留在读完书之后哈，就停留了。为什么？因为他就没有再继续学习哈。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哎呀，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就是否则我们的思维常常是不正思维，不正思维后面就会有妄行，就是你也不知道这样做是 对还是不对，大家都认为对的事情不见得是对哦，是不是？因为你的标准是什么，这里的世间的标准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那一套是最好的，只是他现在比较有成就，讲话好像比较大声，但是不见得是对的。所以呢，我们要用正确的理来行嘛，所以不正思维的结果就会有妄行，而产生什么错误的结啊？什么行？罪行、福行、不动行，其实都是妄行。你说哈，那我做那么多好事也是妄行吗？是不是？你好事可能你自己想的，你认为的哈，那没有办法让人觉悟，可能它只是变成一种什么啊？就是你只是暂时呢跟人家结善缘的一个行为呀，因为你对人好嘛，对人好大家都喜欢呐，那如果呢对人好能够让这个人觉悟，那才是真正的德啊，两者皆得益哈，否则呢这个好只是维持。短暂的美好，所以呢在这个行循环当中呢，他就讲到最源头，就是在这些行为当中它都有影响力，那他用种子 来形容这种影响力，种子其实不是一颗一颗的，它是一个功能，就像这一块土地里面种了很多的种子，可是你并不知道，但是它有什么？有潜力，它可能会长成一棵树，是不是？那它长成一棵树，它的功，它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诶，它有这个生长的功能，但是也有可能这个功能都没有发挥，所以呢，它即使有这个种子，它也没有发挥，没有办法长成一棵树，是不是？也不一定会开花结果，所以呢，诶，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种子，但是就像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从小到大呢我就有很多很多的心愿，可是这个心愿呢在你这一生有的会成就，有的就是如愿以偿，哇，你真的做了这个达到了这个目的，所以有人说，哎呀，我好想去埃及的金字塔去看一下，那你可能工作了一辈子呢，这个退休之后终于如愿以偿了，是不是？我的目标就是在这个金字塔前拍一张照片，这是你的心愿，可能你可以圆满，但是也有可能呢，你发现啊，不一定一定要去，小时候那只是痴心妄想而已，那也没有这么的渴望，那不是你真正的心愿，所以呢，其实这个种子呢，就是我们呢，有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可是我们的这些功能啊，如果都让它是累积什么是有漏的，就是有过失的功能，它也是会产生结果，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烦恼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心里面呢种了很多的烦恼的种子，所以它就会跑出来干扰我们，是不是？你说，哎，我天生就是搞操烦啊，天生就是喜欢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这是我的个性啊，那个性也是有这个种子啊，就是有这个种子你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哈，所以呢有漏有取哈，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呢就讲这个我们的心里面的功能是有漏的话呢，你可能呢衍生到后面呢开始会就是它会衍生一连串的效应哈，所以呢它开始呢就说因为有漏哈，所以你在巧取豪夺，在追求经营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后续的结果，叫做后有，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常常说哈、啊，这个诶阿罗汉是什么？阿罗汉就是所作皆伴哈、啊，是不是我生以利哈、啊，已尽泛恨以利哈、啊，我的清净的修行已经建立了哈、啊。那最重要的呢，他证到阿罗汉，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不受后有，就是我后面的轮回没了，终止了哈。啊那不受后有呢？那我们呢？如果我们还有可能受后有的话呢，那你就要担心你的未来，是不是？担心你的未来哈？那你担心你的未来，不是担心你的小孩子的未来，是要担心你自己的未来，是不是？哈，所以我们年过半百的人呢、啊，就要开始去担心我们的未来了啊！好，是，所以呢，哎，我们说，哎，这个礼拜六有一个告别式啊，哈。好，那告别式呢？下一场是谁的啊？谁知道，对不对？哈、哦，就说，我们这一场还可以决定要不要参加。哈、哦，我们不客出席，不好意思，哈、哦，因为告别式的主角不是我，哈、哦，是不是？有一天呢，你如果是主角，你说不好意思，不客出席，是不是？我们还在群组上接龙嘞，还是说谁要出席，谁不出席，是不是？好、哦，所以我们去看看人家怎么死的，我们去想想，那我要怎么死？是不是哈？所以我们这个老菩萨呢很有福报哈，好，他说走就走，你们那一天我们的班长嘛哈，我们班长呢那一天呢还在想说，哎呀，师父要去丽江要一个礼拜，如果我妈妈有什么事的话，不知道怎么办哈。结果呢，他一想，他妈妈呢就往生了，就那一天他还在想说不知道怎么办哈。哦，所以呢，师父呢要去丽江的前一天，刚好在做准备工作，所有的事情通通排开，没事，一整天刚好有空，有没有？哈、哦，那结果呢，早上六点呢，哎呀，那个树林啊，就说师父啊、哦，就打电话说，师父，我妈妈呢，哎，现在这个躺在地上已经往生了，那我要怎么办？这样哈、哦，是不是？所以呢，你看真的是刚刚好，很会死，有没有？死的时间刚刚好，那一天我就没事啊，好、哦，然后呢，大家也刚好都没有事，对不对？好、哦，是刚好那一天呢，我们没有上课，礼拜四嘛，好、哦，那你看所有的人呢，就去那边，所以都是同班同学，有没有？全班都在那边念佛，念一天，然后念到刚好呢，结束活动的时候是下午三点，是不是跟平常一样？是不是？真的太神奇了哈、哦。然后呢，哎，我们在这个用功的过程当中呢，好、哦，那其实这个老菩萨呢，就走的不管他走的怎么样，至少我们身边的人很安心呐、啊，是不是？我们不会觉得他是孤苦无依的，不知道在哪个地方默默的不知道去哪里哈、哦。至少我们呢，在这个最后的时候呢，还感觉到了哎，有一种宁静哈、哦，是不是？那你看，这个就后面，但是后面呢？啊、哦，那后面他们的家人呢，就最近特别用功哈、哦。他们说什么？因为他的妈妈呢已经升级了，他们不能不升级啊、哦，就去啊、哦、在阿弥陀佛那边品学兼优啊哈、哦。那我们也要长进一点呐、啊、哦，否则呢我们自己啊感觉就是嘿自己在这个修行上啊、哦，你说对于未来啊，大家其实都是茫茫然，你能够把握你以后要去哪里吗？是不是后有诶、欸、是不是后有后有什么有生有老有死。好，那我们的后面呢，好，很多人说啊死了就死了啊，好，故作潇洒齁、哦哦、那你真的知道吗？齁、哦、你真的能这么潇洒这么自在这么坦然吗？齁、哦、所以呢，如果呢前面呢、哦、没有真正的正确的种下了好的种子齁、哦、就是这个功能呢，如果没有好、哦、能够让你很安心，好、哦，它有可能呢还是有堕落的危险的时候，哦，你就要小心了，哈、哦，你就要小心哈、哦。所以呢，后面的生老死了之后呢，哎，他就做了一个整体的啊、哦，整个整理哦，哈、哦。这个种子呢要发芽啊、哦，那它得要能够有一块土地哈。哦，那这块土地呢叫做业，是不是哈、哦、那有的人的业很好，业报嘛啊、哦、然后有的人果报很好啊，啊，一生呢就很幸福很顺利啊、哦、然后呢诶，就是他这个
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就六根具足，所以眼睛也不错，耳朵也不错，身体很健康，头脑很聪明，然后个性又好，所以这就是业嘛，就是过去的业报。那再加上呢，我们有种子啊，又有这个好心，是不是有些人呢是就是他很喜欢读书啊，刚好又聪明，所以他就会读得很好啊。但是也有很多人很喜欢读书，可是头脑不好，他就要一直不断的努力，有没有啊？他费的劲比别人还多啊。好，但是也有人呢，哎呀，空有一副好脑筋、好头脑，可是他做什么，他就不学好，是不是？所以呢，有田呐，你不种啊，这个田也长不出什么好瓜啊。但是呢，有了好的种子呢，你种在一个不好的田上呢，你就会必须要有加倍的努力啊。所以它这个地方呢，就视为种啊，无名跟爱水来滋润啊，滋润啊，滋润增长什么？它就会开始长成我们生命的状态啊。所以它是在讲呢，如果我们这一生呢是来受报的啊，那总是会有一个开端，有没有啊？总是有一个开端。那开端呢，就是我们常常说，我是被生下来的，生下来的时候迷迷糊糊，是不是？各位，你有很清楚的知道我也来了吗？没有嘛。好，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来哈。那你为什么会来？你说啊，父母亲把我生下来，我不得不来，不是？是你决定要不要来的，有没有？好，我们要来呢，就有一念心就够了，好。那父母亲的姻缘就是我们的依托，是不是？精来托母胎啊，所以借由这个父精母血为缘呐，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生命当中呢成型，是不是？好，但是如果业的这个果报哈是成熟的，它就会增长生名色，就是就开始的有了。孕育的这个芽嘛，就会发芽，所以这个田里面呢有种子不够啊，种子要再加上什么？加上一些条件，这种子才会发芽，有没有？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现在生而为人好像很简单，其实非常不简单，要具足有条件，有缘分，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常常要思考说，那我这一生到底是来做什么的？我这么好不容易来了，那我的意义是什么？我的功能是什么？我的价值是什么？这个是很多人呢都觉得，哎呀，我没用了啦，乱过一通，有没有？那很可惜，我们今天学佛了之后，要开始懂得尊重你自己的这一个生命，它要让它有价值，要有意义，要发挥功能。人说像我们做女人的啊，就是生儿育女啊，是，如果你的功能是生儿育女，你就把你的孩子养好啊。你看你儿子养成什么样子，是不是？乱养一通，是不是？他很聪明，是遗传嘛，可是呢，没学好，谁的责任？养不教啊，什么父之过啊？为什么？因为他的有一身的本领，然后去做坏事，谁要去跪香？谁要负责哈？有时候我们想说，哎呀，我们很操心啊，很烦恼，就是你造成的，没有把人家教好嘛，所以他才会这么坏啊，这忤逆嘛，是不是？你怎么养的？宠坏的嘛，是不是？那你宠坏了，当然他就意见很，就是让你没有办法。hold 住他，有没有？好，所以我也不知道啊，对啊，所以呢，没有智慧是你的过失啊，是不是？我们怎么会自己这么没有智慧？连养一个孩子，你只是这个孩子只是托你的肚子，然后呢，就是托你养，你也养成这个样子，才养两个、三个就养成这个样子，有没有？好，是不是？那你说，那我们这一生还能做什么？我说我事业做得很好啊，事业做得很好，你那两个以后呢，把你的事业全部搞垮了，是不是？你做得很好嘛，你没有后续的那个
这个保固很危险哈、哦。所以呢，哎，我们常常讲，哎，是哦，如果真的是好不容易有牙了哈、哦，是不是生命在有牙的时候，是不是就要不断的呵护它？是不是要能够好好的照顾哈、哦？那即使呢后面长成树了，它还是很危险，是不是？因为有很多的考验啊、哦，有可能会让这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偏差，产生夭折啊、哦，产生的阻碍哈、哦。因此呢，如果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善待自己的生命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一个时刻你都要能够注意你自己有没有长得好，是不是哈？那、哦、你如果都始终都没有去关心你自己的啊、哦、身心状态啊、哦，到时候呢就是怨天怨地。所以很多人呢，好、哦、生命扭曲了之后就抱怨说啊都没有啊这个世界哈、哦、都把我搞成这个样子，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嘛哈、哦。所以呢，你看，哎，从无名原形原事，然后名色。是不是就开始有名色？名色是什么？名就是一个精神状态啊，色就是一个物质的状态嘛，哈、啊。好，那这个名色了之后呢，就开始有了五根：眼、耳、鼻、舌、身。啊，我们在《楞严经》里面讲哦，它的这个生长的过程啊，它是要染什么？染色为己嘛，是不是？你要阅读。啊，色的讯息，你要有眼睛嘛，眼对色。好、啊，你要接收声音呢，啊，你要长成什么耳根呐、啊，你才能够接收声音的讯息哈、啊。然后呢，你要能吃啊，是不是要长成舌根？你看味蕾为什么长在舌根上，而不长在你的耳朵？有没有人用耳朵来吃的？有用鼻子吃的，对不对？灌食有没有哈、啊？所以你这人生走到只剩下灌食，你有吃东西的乐趣吗？你就直接进去，只是为了消化，就剩下一个机器而已。好、啊，那我们呢？舌根啊，它只短短的三寸，有多少人一辈子的快乐就建立在这个三寸？是吧？要不然你心情不好做什么？大吃一顿哈，你看，就知道，呵呵就是好、哦、那啊，好朋友来了就说怎样，走，我们去吃好吃的，有没有？好、哦，你看你要见到佛陀，你也是用什么天厨庙供佛，是不是？所以呢，你看我们的快乐是不是很多都放在这个三寸不烂之舌？而心情不好就说啊，吃个巧克力了，感觉心情好一点啊、哦。你就是在这个舌根上呢，有了这个味觉嘛。好，那你的身体呢？诶，就是睡得好睡不好呢，身体的触感很重要，洗个澡神清气爽，是不是？所以你的色身呢，诶，在接收这个触，好，人跟人之间呢在一起就抱一抱啊，好，亲一亲啊，牵牵手啊，好，是不是每天腻在一起啊，黏黏的，好，是不是？好，所以呢好，就是触嘛，就觉得摸一下也舒服，是不是？好，那是你说这个是不是触啊？眼、耳、鼻、舌、身做什么？就接收色、声、香、味、触。好，所以它就要长成五根，来让我们接收讯息啊，接收讯息。所以要有触之后呢，感觉就很舒服，很喜欢哈、啊。所以刚刚出生的那个 baby 呀、啊，哦，他就是要人家抱抱，有没有啊？但是呢，有没有这种小朋友哈、啊？小朋友一抱他就哭。啊，有吗？如果有哈，你就不要再抱他了，因为他是师父来的，就是不喜欢人家抱嘛，哈，是不是？你不要碰我哈，那个习气，哈，是。可是我们法师呢，就不喜欢人家碰啊，哈，因为你靠近呢，我就要向后退一点，你不要离我那么近，哈，是不是？啊，那哎，这个是。距离感嘛，齁，所以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奇怪，这师父好奇怪。好，你看两个女孩子呢，好朋友就要抱在一起，一起去上厕所，有没有？齁、哦、我们看了都觉得很恶心啊，为什么上厕所还要牵着手呢？齁、哦、是不是？齁、哦、但是呢，这个世间的感情的表现就是亲近嘛。齁、哦、那
那诶，如果呢这个小朋友呢一开始就是很渴望大家来接触他啊，那这个接触本身呢，为什么他会渴望？因为接触了之后他有安全感，他有感觉到被爱的那个感受，是不是啊？可是呢这个受啊，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无知而产生的，无明而产生的，一种贪恋而产生的？好，所以呢这个受之后呢就会有爱，对不对？就我还想要，好，你抱我啊，我还想要，好，你给我我还想要，我看到好看的我还想看，听到好听的我还想听，好，是不是眼耳鼻舌身接受讯息了之后呢，产生好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呢，诶，他就容易怎样，后面就受后需求啊，我还想要啊，有产生的啊期待啊，产生渴望啊。那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啊，你就得要去争取啊，是不是？所以呢爱增长争取，我非要不可的啊。有时候呢我们想爱啊，想要不敢要，有没有觉得诶可以吗，有没有？好，可是呢你如果已经喜欢到呢你不得不要的时候，你就会养成习惯，你会去追求，你会想办法得到啊。所以呢爱增长生取，取增长生有啊，啊，有生以于诸趣中，其五蕴生名生，生以衰败为老，终末为死，有没有？好，就是他在讲这个过程哈。我们为什么会生出来哈？一定要具足什么五蕴，才叫做一个生命的概念。好，所以五蕴是什么？五蕴就是色嘛，是不是？我们至少要长得六根具足，没有缺少。好，没有缺少哈。那没有缺少，眼耳鼻舌身，只是这个眼耳鼻舌身的状态，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啊，就是我们现在的结果果报啊，所以有的是很健康啊，啊，就像船上他从来都不用请病假啊，是不是啊？没有时，他讲没有时间，我们也没有时间，我们也常常在生病啊，啊，是不是？这个色身有不同的状态哈，好，啊，那哎眼耳鼻舌，那有的是怎样？哦，你是眼睛就不好嘛，哦，有的是耳朵不好嘛，哦，所以呢各位，哦，有一天有一个居士跟我说，师父我心不好，我现在吓一跳，我说你的心不好，他说不是啦，我心脏不好，哦，心脏不好跟心不好有没有一样？其实一样啊，你知道吗？嗯，那你说诶心力不够嘛，哦，所以呢诶，眼耳鼻舌身，好像色身的一个状态呢，就显出我们自己的啊，果报，它是一个果报啊。如果呢，你的心很好呢，你为什么不是像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是不是？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一他的心很好的果报。好，啊，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庄严？因为他的美呀，啊，他的庄严是度众生来的。好，那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美了之后呢，有的人长得美之后就变成了伤害别人，有没有啊？就傲慢的啊，就自以为是的啊，诶，那他的美就不够庄严，不够美好，不够完美。好，那佛陀的美呢，他要摄受众生啊，长得好啊，大家喜欢亲近他，他可以度人啊，啊，那他嘴巴很好啊，啊，是很会讲话啊，他讲的法呢可以让人转凡成圣啊，是不是？他的手呢很厉害啊，一抚摸病都没了啊，哦，是不是？好，哦，所以我们呢诶眼耳鼻舌身也是有报身，可是就没有这么好啊，哦，就没有这么厉害，是不是？好，哦，人家是妙手回春，我们是妙手啊，哦，就变成一巴掌，是不是？好，哦，所以呢你看一样是报身啊，哦，那我们有色身。好，色身之后呢，心哈，哦，有受想行识嘛，是不是？受想行识，我们要能够常常观，常常观照哈，哦。我们有一个居士呢，他最近哎皈依啊，哦，还是有一个法名哦，哎，他是中国大陆的人啊，啊，哦，所以呢，
诶，中国大陆是写简体字，可是我们给他的名字是繁体字，对不对？好，结果他一看，哦，他吓一跳，哦，那个我们皈依证呢，一看他说，啊，法师，哈，哦，我说什么法师？我就说，哎呦，你怎么这么有正念？哈，哦，他我们一听法师就以为我帮他取一个名字叫做啊师父的师叫法师。我说法师很好啊，他说怎么会很好？狮子跳蚤这个有什么好的？这样哈，哦，就是哈，哦，因为呢那个。中国的那个字风上面下面是一个叉叉，哦，可是我们的风下面是一个虫，所以呢，哎，我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山岚的岚呐，啊，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风，哦，他说师父怎么给我取一个名字狮子的狮这样，哦，就是那个，哦，狮子跳蚤的那个狮，他就突然想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哦，有那个，哦，狮子的狮，他就很害怕，他说怎么会有这种名字，赶快去查一下百度，哦，一查啊啊，松了一口气，哦，本来在起烦恼，哦，是那个，一看到呢这个跟虫有关，哎，为什么不好呢，哦，这个跳蚤也很厉害呀，啊，对不对？好，是不是？好，身上的那个有虱子，你都不用睡觉了，是不是？好，所以呢，呵呵，好，所以呢，哎，其实我们知道，哎，有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寿哈会变，有没有？哎，一看到好的，你觉得是好的，你就很开心，可是下一秒钟呢，可能马上就变不好，感受，啊，感觉不好，感觉被破坏，可是感觉不好呢，也会变成好啊。啊，原来是一场误会，有没有？所以呢，常常我们都在三温暖的状态，那个寿。好，那有另外一个居士呢，他的名字叫做赵啊，照见五蕴皆空的赵哈，啊。他说：“请问哈，那，啊，请问以何因缘我会有这个名字哈，啊？大家都很关心自己的法名。我说你有没有读《心经》？《心经》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字就是他哈，啊。哦，他就很开心哦哈。啊”好，那如果呢你取了这个名字，你有没有随时都照见五蕴皆空？如果能够照见五蕴皆空，是不是后面叫做度一切苦厄？所以反过来，如果你还有苦，表示怎样？没有照见。没有照见什么？原来五蕴的本质是空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会怎样？会没有办法改，就是没有办法去转这个五蕴哈，就是被这个色受想行识啊这个牵制了，或者是蒙蔽了。好，其实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智慧没有照见，好，没有照见哈。因此呢，我们说，哎呀，有了生啊，生就是什么，在五蕴当中呢，你以为有一个生命出现的。是不是我们这现在就是活着嘛，啊，活着我有想法，是不是想，啊，活着我每天呢，诶，来各位你要记录一下，从早上到晚上呢，你都一整天都在做什么，是不是就会行，有行，啊，而且那个行里面呢，一天里面有一些行为是不能没有的，有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没有？吃喝拉撒睡，有没有？啊，吃喝拉撒睡这五件事情，等到吃喝拉撒睡做完了，你剩下多少时间？如果吃喝拉撒睡做完了，你才来说静下来照见五蕴皆空，来不及了哈，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修行要在生活当中吃喝拉撒睡，你就要起照见，否则我们一辈子呢没有修行的机会，没有修行的时间。你也不要说师父，等我老了我跟你去出家，好好的来照见五蕴皆空，哦，你会发现出家之后呢一样吃喝拉撒睡，所以我们就忙着吃喝拉撒睡，还有忙什么？忙着照顾大家的吃喝拉撒睡，哦，就是我们去禅修啊，去七天禅修，你是有几支香坐在那边，又怕大家腿痛，所以坐一下就赶快让大家去吃喝拉撒睡是这样，所以你真正在坐在那边照见的时间很少啊，哦，是，那因为我们其实要花很多时间在养成坏习惯，然后花很少时间在改掉坏习惯，哦，所以等到呢不得不能够啊，不得不必须要舍掉吃喝拉撒睡的时候，你就痛苦了，有没有？什么叫做老？
吃也吃不下，吃那两口就没了，有没有？啊，有没有看到老人家几乎呢都没什么胃口？啊啊，除非他很健康，他就会很有胃口，有吗？啊，是不是就这样？哎呀，吃的少哈、啊，然后睡的也少。他说你为什么三点就起床？啊，都困没起啊，是不是？有吗？哈、啊，有这样哈、啊，各位那个老化的迹象，啊，很不好睡哈。啊啊，你不要跟我说年轻就不好睡，没有，其实就是因为老了开始不好睡啊，啊，就是身体那个神经衰弱，身体坏了嘛，哈、啊，就开始呢那个睡眠品质不好，啊，然后呢拉啊，你看，因为你吃的少哦，肠胃也不好，所以拉的呢都不是如你所愿，有没有？啊、是不是是真的啊？哈、啊，那这时候就要去看猪鼻猪了，对不对？哈、啊，我帮你挂号呵呵，看一下到底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哈、啊，所以你看衰败的时候呢，你叫身不由己啊。但是身不由己啊，你看着自己的生命的不能做主，身不由己，你是很懊恼呢，是不是？哈、啊。那你懊恼怎么办？诶，师父说来修行哦，你就会说什么我老了，有没有？你看连修行这件事情都不由己了，就被你的身体色身的状况，被你的衰败啊，哈，就被绑住了哈。所以呢你老了之后什么都不敢想的，连修行都不敢想，连成佛都觉得自己来不及了，是不是？怎么变这样哈，是不是？然后师父说来啊，来出家，说哦不可以这样哈，是不是？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可能可以翻身啊、哦、可是我们就很害怕，有太多太多的啊、哦、是不行，因为你已经养成一生的坏习惯了哈、哦、好，那最后呢啊、哦、就只好遗憾的啊、哦、就是等着师父来为你祝福啊、哦是不是？你认识的哈，你如果请认识师父的哈，师父会去跟你开示啊。你说某某某啊，你有没有很遗憾没有赶快来出家呢？哈，你躺在这边呢啊，你现在啊啊，这个不知如何是好哈，就是平常没学好啊，是不是？啊，那你说哎，你如果要讨骂呢，那这时候呢就很震撼啊，我就会趁你不能够反抗的时候，在那边数落哈。啊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呢你看我们真的要走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坦然的很安慰的说，我这一生哎呀该做的都做了嘛，所做已办吗？是不是没有遗憾？阿罗汉就是他要走的时候，他说嗯，所做已办，不受后有，有没有？好，可是我们的所做已办什么遗愿清单，就是啊，我英国也还没去哦、我极光也还没去啊，那个时候有什么好看的啦，无聊、哦、是不是、哦、啊，那更惨的就是哦啊，那个某某人欠我500块，我还没跟他要回来，更惨、哦、所以你要回来干什么？你又用不到，拿去给阎罗王 哦，是不是？所以呢到最后呢要走，周末结束没了，归零了之后呢要走的时候啊，也就是不得不走啊。有谁说诶我很开心我终于可以走了、哦、好像没有这样哦。目前、哦、在座的诸位有人很开心吗、哦、但是你如果去医院，你就会看到很多很想死的人，因为他太痛苦了，有没有？我活实在是哎呀 活不下去了、哦、那问题是呢你不能做主啊，连要走都不让你走、哦、是不是？所以呢那这昨天我们在念地藏经啊，啊，念地藏经，他说有很多呢躺在这个床边啊，床上啊，辗转反侧，要走都走不了，这个家人啊，是啊，好、哦，是不是产期不乐？他要不要走？你也不知道他要不要走，因为他昏迷嘛，是不是？啊，这时候怎么办？家人要怎样？啊、哦，家人要帮助他哈。哦，你不可以去那个那边骂他说你快死齁、哦、不是。好，但是呢要怎样，他就讲得很好啊，就是要把他最爱的东西拿到他的床前，就告诉他，就告诉他说我帮你布施，帮你供养。好、哦、是不是啊？他舍不得呢就气死了。有没有？
有没有？你敢？好、哦，醒过来了，有没有？而且偏偏就是我们不敢，有没有？好，那如果呢？他真的就知道哇，被捐走了啊、哦，他就放下了，是不是？所以两个结果都好的，有没有？嗯，是。那你说，可是都大家都不敢呐、啊，哦，是不是？好、哦，你敢拿着他的这个房屋的所有的房契，然后在他门口啊、在他的面前就说这个都帮你布施出去啦，哈、哦，不敢啊，你不敢啊，因为为什么？啊，你还等着他往生那个留给你，还不是一样啊？哦、是不是？那个心里面呢舍不得，你觉得那个是我的哈、哦，就等他最后一口气断了就换我了哈、哦，一下舍掉了他就没了啊，我也没了哈、哦，所以你看，你就为了那个念头就在那边纠缠。然后他现在躺在那边，有一天也换你躺在那边，一样都带不走啊，是不是？这是真的啊，哈。那你把它布施出来，好、啊，现在有一些房子呢空在那边也没有用，是不是？啊，布施出来变道场，大家在修行，哎，那个就是有用的房子，哎，是不是？那你有用的房子呢，你所得到的这种功德是胜过你世间那几毛钱呐、啊。好、哦，那个真的是几毛钱，是不是？那个哦，一点意义都没有。重点是又带不掉，带不走，那你也吃不了那么多，用不了那么多，是不是？我们有很多人很有钱，然后去买很多房子，啊，你也住不了那么多啊，有没有一天住一间这样啊、哦？啊、哦，是不是？哦，师父，我欧洲也有房子，我加拿大也有房子，我到处都有房子，那你去啊，环游世界啊，啊、哦，这边住住，那边住住啊。其实你发现呢、哦，你也没有办法那边住那边住住那边住住，因为你一去呢就要先打扫一个礼拜，有没有？哦啊，这个树怎么长那么大？哦、是不是啊？残雪、哦、最近有很多人说要送师父那个哎禅修中心，我一间都不想要哈、哦。为什么？一个呢是在什么？啊，是那个常年积雪的地方，我想到我要铲雪就有困难哈、哦哦。另外一个呢是在深山哈、哦，我想到那个深山哦是很不错哈、哦，可是呢，哎，交通不便，对不对哈？好、哦哦，那还有什么？人说那人家说，那师父你到底想要什么？我说我想要免费的哈、哦，然后呢有人维护的好好的，我只要偶尔去住哈。哦，那如果以这样子的状态呢，就叫做 hotel， 有没有？好，是不是？是就是这样啊！你干嘛要拥有一个自己的房子，然后在那边啊去做农夫也可以啦，当成锻炼哈。好，可是呢，你的以为的有，其实它不是真的这么的可爱啊。可是你却因为这个有而产生的执着，不值得。啊、哦，不值得哈、哦。所以呢，你看老死之时啊，生住热恼。为什么？因为你所有这一生所拥有的有，不管是感情啦、啊，好、哦，或者是你的人际关系，你这一生的成就，还有有形的这些有价值的拥有物，你到不得不舍的时候呢，是不是就热恼，就苦恼了？是不是哈、哦？热恼哈、哦。那如果呢？哎，这个你的亲眷呢、啊？好、哦，对于你的离开哈、哦，哈、哦，也都不执着，你反而更生气，有没有？你都一点都没有舍不得哈、哦，还跟你说妈妈，你好好的走吧，啊、哦，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你开开心心的走，啊、哦，有时候还会很生气，你就是想要我赶快走，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很难讲哈、哦，所以当一个人想不开的时候，你不管说什么他都想不开，所以还是静静的诵经回向就好，是不是？你跟他开示你要讲什么都不对啊、哦、如果他的执着在你身上、哦、那你也不能说啊，就抱着他叫他就是死不去这样、哦、所以这是其实很难，因为生死这件事情其实它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考验，就是你不得不把所有的执着在这个时候全部通通好都展露出来。平常还可以装啊，还可以不去碰它，好，还可以隐藏。你要走的时候你那个你逃不了了啊。好，是不是你逃不了了。所以呢这时候的热闹啊，哇，我们呢、啊、常常讲哦，修行哦
不要去谈这个事情，可是我们要勉强自己去面对这个事情。好，所以师父很不喜欢去给人家助念啊，其实是很怕那个死人，有没有？好，就是因为生死这件事情是很可怕啊，你能够帮人家负责什么？好，是不是说祝福他去阿弥陀佛那边，你确定你能够保证吗？祝福跟保证不一样啊，是不是？好，那我不敢去啊，可是我勉强自己要去，为什么？因为就是一个功课啊，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个生死的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要想，哎呀，你看你自己过了这一关了没有？是不是没有过这个关，有一天你要修这个功课，你怎么办？是不是要用功一点，要精进一点哈？而不是呢有人生病大难不死，然后就活过来又忘记了。好，生病的时候哇很精进很用功，病好了又忘记了，是不是？所以呢，为什么在佛法里面讲修行人都会带三分病，因为这样会有危机意识，觉得自己没有多久可以活了那你就会特别的容易怎样，容易升起一种精进心哈。所以呢，我们要避免后面的热闹，前面就要怎样，就要能够把原因前面的因要能够关照，其实就是要关照，要观察。好，不是你去解决说我来研究一种不死的药，很抱歉好，是有现在的医学都想尽办法延长人的寿命哈。好，那其实就是所有的医生呢都想要怎样，想要让人的生命不死嘛，这个是医学的的期待呀。好，可是呢，我们呢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去不死，其实是因为怕死嘛。好，那我们如果呢去观察他，在观察自己的这个生命当中呢，你在害怕的是什么，可能可以更有效的解决我们对生死的迷思。好，而不是想尽办法呢吃了很多听说可以延年益寿，只要有的人是这样，一听到这个可以养生就吃了这也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的身体所以有很多人就是开始就吃变药罐子了嘛。就是只要有对身体好的他就去用。那问题是你做了这么多的努力，有没有在自己的心里面做一点努力去观察这个。所以呢，因热恼故忧愁悲叹啊，众苦皆集，他一定要忧愁悲叹吗？其实是因为热恼。那为什么会热恼？因为你害怕，然后你不舍得，你不知道真理，所以你以为呢哎呀，这个生死这件事情呢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所以此因缘故集。其实你有一个生是因缘和嘛。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在主宰你的生命，所以没有就是如是因如是果，有没有？因跟缘暂时和不是谁最厉害，谁是造物主，不是。乃至于连我们自己都不是造物主，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所以如果呢我们问说到底我为什么会来呢，是谁让我来的呢？没有那个人。乃至于连你自己都不是，是不是就是一个因缘和。因此呢，任运而灭，任运就是自然，它一定依照自然的法则，它一定会灭。但是呢，你说真的有灭吗？因为本来不生，所以何来有灭呢？那你说哎呀，灭很可怕，是因为你没有认清楚无生的道理。因为本来就没有一个从哪里生，因为什么而生，没有。那这件事情呢，是只有佛法讲到这个事，无生的道理，不生不灭的道理。那你说其他呢？其他都会告诉你一个暂时的答案，他不是故意要他不是故意要讲错的答案，不是，他讲方便的答案。因为这个事情呢，太多的大家都有疑问。好，那你要一直去探讨，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呢一直不断的去求救真理，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怎样？我那天就调查说，
从小到大都没有问自己说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我为什么会来这里的，请举手。竟然真的有人举手，我说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子，会都没有疑问。他说啊，生就生了啊，这样。我就想了，对啊，有的人就是这样啊，他就是认命啊，啊，我就生就生了啊，我可以好好的过就好了啊，我把眼前过好啊，也是啊，那你说我就相信一个上帝就好了，上帝造人啊，一切都是上帝给的，这样比较不用想，有没有？好，那上帝是什么？你如果继续思考，你就会转移跑到佛教来。你没有思考，你继续信你的上帝其实也是好啊，啊，你不信上帝，你信提供也很好啊。可是你如果觉得不行，我一定要问清楚，追根究底，那你很自然就会跑来学佛，因为佛教会有一个思考的一个就是有一群很爱思考的人都来学佛，都在佛教里面哈。你会找到能讨论的对象。我也有疑问，你也有疑问，大家都有疑问，大家在讨论起来才不会文不对题，是不是？那你说我们来讨论一下生从何来，没人对你的话题感兴趣，大家的兴趣就是今天中午要吃什么，那你就不会找到这一群人去做你的同餐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同餐道友，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对生命有共同的疑问，然后对于这个未来有共同的期待，是不是？然后呢有不一样的志愿，那你自然而然呢，你就会好选择走上修行这一条路哈。所以呢你说其实无有生者，也无有灭者。那这个不生不灭的道理呢，我们却常常呢会忘记，所以要不断的熏修哈，是不是？不断熏修就是如是随顺，随顺什么？随顺每天的因缘。这每天每天你都要能够这样去观察。好，第六地的现前地哈，它不是到第六地然后就突然我就智慧现前，不是。它就是每天智慧都在现前。每天啊，每天都是缘起吧。每天每一瞬间都是缘起啊。好，缘生缘灭，缘生缘灭啊。好，所以呢随顺观察缘起之相。你不是来到课堂看了华严经念经才开始去观十二因缘。每天每个你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十二因缘。是不是？每一个人包括你身边的所有的人，你认识的这些每个人身上都有十二因缘，所以你去观察它，它就有了。可是呢如果呢你的心里面呢还有爱恨就是你是你说我观察到我的儿子无名你就会怎样勾起你的无名，你就骂他，有没有？你就说你看那个经典里面讲的就是你啦，无名愚痴是不是？这时候呢你自己就是无名愚痴，有没有？好，所以呢这个其实我们自己就要在这个因缘法当中呢要能观察，随顺观察，但是不要自己跳到那个因缘里面去。所以呢菩萨呢他在观察世间的众生的时候他是既能够理解理解什么？理解我们轮回的因缘嘛。可是呢其实我们很容易就像看电影，这个电影的剧情呢丝丝入扣，你看得非常的精彩，你知道它是电影，可是还是难免会入戏，有没有？你知道它是演的，可是你还是会被剧情感动所以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就要像看电影这样子，你要能够知道身边的这每一个人他都是在教育我们，让我们明白世间的真理，可是一定要记得不要入戏。那我们会入戏呢是因为牵动了我们自己的什么，也是牵动我们自己的十二因缘啊。好，十二因缘在这边呢，这个就是可以随顺观察来做练习哈。否则呢我们始终呢每天每天每天就这样过日子也没有哪一天是真正能够修行。
等到呢好不容易说啊，师父你办那个禅期很好、哦、我们呢一年呢就应该要办一次禅期、哦哦、我就会跟他说每户期每户期啊、哦、是不是你一年才期待那七天把你的这一年的造业还包括一生的造业要整理、哦、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力量不足，所以你好不容易呢能够去禅期，可能前面都在调身调心水土不服不适应，有没有好、然后呢等到后面三天呢就在想啊，那我解气了之后要干什么，有没有好，所以你其实没有真正的去养成一个修行的习惯，即使你去参加这样子的特殊的活动也不容易让你的功夫真正成片哦。好，所以呢平常就要怎样，就要能够随顺观察，因为华严经这个内容啊，它就是每天你都可以用的，那你都用不了你每天念嘛，每天念呢教育自己，告诉自己说我念一点呢你就学一点，念一点就学一点，不一定随时都记得，但是你在念的时候会记得，所以你每天念一点的时候呢，在念的过程你就会啊很能够起观照。好，所以说有啊，我每天都有做功课啊，是我功课都做不完，是啊，那你为什么要把功课做完呢？那表示你只是应付而已，没有这种叫做做完的功课，随时起观照才是我们的功课，念这个经是为了要提起我们随时起观照的这个习惯，而不是啊，我每天花了三个小时，我终于把经念完了哈。你是要交差，要对谁交差，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念的这个经，你说啊，我今天呢比较有时间，我可不可以多念一点？可以。那师父我可不可以齁、哦、我现在念到齁、哦、这一卷我觉得特别有感受，我可不可以多念几卷？可以呀、啊。反正你回报也没有人在管你。是不是？你说诶，我这个某卷齁、哦、我已经连续十天我都一直在念这一卷，因为我觉得这一卷特别能够帮助自己修行，可以呀、啊、你又没有在追进度，你要追给谁看呢、啊？是不是？而且呢目前呢我们群组里的第一名你已经望尘莫及了啦、啊、是是所以好，你就不要管那个进度啊，而且每一个人的进度你管他是不是？你只要活得比他久，你到最后一定会赢他啊，是不是？孙思邈，好、啊，这个叫一生哦，抄经，抄华严经，抄750部，我们都非常怀疑。后来呢，因为他活147岁，难怪，是不是？好、啊，是不是？哎，可以活那么久，当然可以写那么多经啊，真好，有没有？哈、啊。所以呢，你说，哎呀，你就不要这看眼前呐、啊，就是你在身边跟人家比较，你不如你看长久，你自己要能够借由这个华严经来修行。那华严经的修行其实很简单，它就是读经，读经的内容它就会教我们怎么起观照，而且它写的比别的那个什么佛教基本知识写的还详细。你看我们刚刚只有看一遍十二因缘，对不对？好，等一下呢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解释一次，他在这一段呢解释了四五遍，好，就让我们非懂不可，非懂不可不是只是背名词，好，所以我们顺着这个十二因缘去观察，诶，的确啊，我们在生活中呢就是每天每天都在十二因缘法则当中。好，所以诶，我们等一下呢再看下面的部分哈，来，我们先休息。来好，继续看哈，在这个341页哈，341页。此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于第一义谛不了，故名无明啊。无明啊，啊，就是不明白嘛，哈、啊。然后问题是，第一义谛是什么？什么叫第一义谛？
有第一义表示有第二义有第三义有没有好是不是这样好那这个昨天那个船上跟师父讲说哈他们到场的师父啊给大家一个功课就是叫大家去拍有正念什么用正念去拍一张照片各位那个 你知道什么叫做用正念去拍一张照片吗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用邪念去拍一张照片是什么对不对是糟糕了、引发 邪念这样、用正念拍一张照片哦那个然后呢结果呢就大家就做功课啊就通通拍齁诶这功课不错哦大家可以试试看。好什么叫做用正念去拍一张照片好是拍自拍呢还是用你的正念去拍去取景还是什么去想齁、啊、结果呢大家就纷纷呢就拍了很多照片回来。结果随便一张照片呢其他人呢都给他很多很多的评价。就在这个网络上呢就开始论辩有没有说你这什么正念这一点都不是正念啊、哦、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样、哦哦、所以呢那个、哦、船上就说、哦、一张正念的拍照片拍的时候是正念但是后面引发无数的邪念引发无数的妄念有没有、哦是不是所以可能呢我们常常就是因为、哦、你看走路就是走路但是呢走路之后有人就会说哎呀那个人走路好娘啊、哦、这个人走路啊很气魄啊、哦哦、这个人走路啊、哦、看起来很威武啊、哦、一看呢就是这个开悟了啊、哦、人家本来开悟的都被你讲成没开悟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第二念第三念第四念嘛是不是、哦、好所以呢我们最喜欢佛教徒最喜欢怎样看到天上一片云就说卧佛有没有是人家好好的一片云也被你讲成佛有没有但是呢小朋友呢就会说哎呀棉花糖有没有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凡事呢对一件事情呢有了第二个分别第二念分别就叫第二念第三念第四念然后又喜欢不喜欢有没有好颜色有没有好坏有吉祥色有没有好是不是有是自己符合自己的幸运色有没有好是不是所以呢你说本来颜色没有好坏它就是一个色彩的展现但是呢再加上呢我们自己的分别是不是就开始就有很多的好跟坏所以净缘无好丑好丑起于什么心起于心啊哈那心若不强明你如果不去特别去加上穿凿附会哪里有净啊有没有所以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啊、哦、不是好人也是不是坏人可是如果我认为他是好人我想到他就很开心好如果你认为他是坏人他连在跟你同一个教室你都觉得很碍眼好是不是所以呢你说诶你看因为不明白、哦、所有的一切法、哦、是没有离分别相离心缘相好这个是大圣起信论里面讲的、哦、就是真正的真如自信呢没有这么多的意识分别啊，这不分别呢不是它没有是你不去加上第二念第三念你不去解读它、啊、你不去渲染它、啊、很简单哦呼吸大家会不会呼吸好会好那我们这次去禅期我就教大家呼吸呀、啊、数息呀、啊、数呼吸竟然有人说、哦、不会呼吸喘不过气有没有好你看为什么因为当你要认把它当成是一个方法的时候它就不自然了。你本来吸得挺好的突然吸不过气
啊，然后还讲说，因为我的肺脏有问题，就说你肺脏再怎么有问题，你每天也是这样呼吸过来的啊，怎么突然修属习，突然就不能修了呢？是不是？所以表示呢，我们很多时候呢，你不留心就算了，你一留心呢就出问题。可是你又不能够都不留心，要用正确的心去关照。好，所以呢，于第一义谛的要了，要明了，要了解，不了，你就很容易怎样？好，有无明了之后，因为不明白，对不对？不明白呢，就随什么而行，随心而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没有？所以你说，诶，你为什么会喜欢他？我不知道，就觉得很舒服啊，啊。啊，你为什么喜欢去海边发呆？哦，因为我喜欢海啊。啊，你为什么喜欢海？啊，就觉得很喜欢这样啊。你看，你的喜欢你都说不出所以然。同样的，你的讨厌你也不是说不出所以然啊。啊，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不知道啊，我就很自然。那如果很自然，那个自然可能是因为你的以前的习惯嘛。啊，就是业，有没有？好，所以呢，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你的起心动念，你的举手投足，都不是出自于清楚的，那就有可能是什么？是一种业，啊，是一种业嘛，哈。好，所以呢，你看我们来学佛，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一种业，善根、善业，有没有？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特别喜欢听佛法。好，那也有很多人说，我就是特别喜欢看师父的光头，有没有？可是也的确是这样，就是你这说不出所以然的喜欢啊、修行的人，有没有？那是不是一种业？就是善的业嘛。啊，你说，哎呦，我不知道为什么呢？啊，我对于做坏事啊，哎，我就非常的厌恶啊，那也是一种业啊。好，所以这个所作业果是行哦，哈、啊，行哈、啊。那这个行里面有善行，有恶行，但是呢，啊，在这个业的时候还没有形成具体的行为或者是想法，这时候就是隐藏的，啊，隐藏的哈、啊，就是你的内心呢蠢蠢欲动，有一种业感，啊，有一种业感哈、啊，那。诶，我们在楞严经里面讲齁，行因啊叫做幽隐妄想。齁，幽隐妄想，就幽就是看不到，幽灵啊，幽冥啊。齁，你为什么会怕鬼？齁，因为你看不到嘛，是不是？你看不到齁。但是昨天有一个居士问啊，说师父在家可以念地藏经吗？可以吗？可以齁。我说可以啊，很好啊，而且地藏经呢念了之后家宅安宁啊。他说可是他在家里面念得很害怕，会很害怕，家里面空空荡荡的，只有他一个。我说哦，好好哦，没有半个人哦，很大啊，然后家人都出去工作了，只剩下他一个，然后他越念呢，觉得背脊发凉，有没有？我说那你如果很害怕念地藏经呢，啊，你明明里面就都是菩萨啊，哈、啊。他说：“可是、哦、我就很害怕。”我说：“那你就不要念，你念华严经嘛。”啊，他说：“不行，菩萨规定我要念地藏经。”一个好好惨哦、啊。你看，你又很害怕，然后又那个念哈、啊。我就问说：“那为什么？”他说：“哎，这个很害怕，是因为哈、哦，我家的背后整座山都是。”坟墓嘛，哈，墓地。我说哇，好，那你就不能再继续讲下去了哈。你说念地藏经的时候，大家通通都来了哈，听起来就很可怕，有没有？明明没有，可是你会不会因为那个害怕感觉都来了？是不是？可是是吗？是他们都来了吗？啊，重点是人家有在那里吗？啊，是不是？那这个基本上呢，一般的这个鬼故事很多，可是不见得有鬼。好、哦，那个鬼呢是哪里来的？因为你看不到，所以你心里面想出来的。那你心里面想不出来，再加上你的心去有感受到，
那种恐惧，所以你会印证认为真的有，可是是不是真的有呢？不知道，对不对？哈，所以呢，哎，你说幽隐，因为看不到，所以你很多的想法都可以想，好，而且就是你在内在，你还没有表现出来，你要怎么去想都是有可能的，哈。好，那这个是行哦，可是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没有去关照它，没有去停止它，哈。那是不是就会形成一个具体的心？有没有行依止？有没有初心是事？行呢？哎，你说好，如果有来生，各位如果有来生，你要在六道轮回里面选哪一个？你要当人的举手。嗯，当人，好，请放下。啊，你们这些不是人，不是。不当人要当什么？自己说。好，比较接近，观念比较像，比较好沟通。好，那你说这个都已经讲不通了，你怎么渡他？讲不通就渡不了他哈、哦。所以我们就要先渡跟自己能够情投意合的嘛。好，所以一定有某一类型的，某一类型。那一类型的众生呢，他特别会引发我们的心。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表示你中间呢是有一点缘分的，你的心会放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哎，我就是特别哦啊！你看，如果你突然有一笔钱啊，哎，统一发票中奖了啊，那你说啊，这个钱呢，我要捐给谁？啊，你看你的念头就跟师父有关系嘛，是不是？你的念头就会有哈。啊，所以那个行呢，你就会哎，有的人说我要捐给喜寒儿啊，好，我要捐给非洲，我要捐灾难的哦，印尼刚刚海啸，所以我要捐给他啊，是不是？哎，有的人想要捐这个，有人想要捐那个，但是有的人说哦，我好不容易有一笔钱，我要去买车子，有没有？好，是不是？就是这样，所以每一个人的念头是不一样，它会引发成具体的一个想法，好，具体的想法哈。所以呢，你看。根净事三事合事有了，对不对？事的之后呢，他就会开始呢，诶，你必须要依着这个事，依着这个心，这个事来，哦，来 中间跳掉了，行依止初心是事，与事共生，四取运为名色。有没有看到341页哈，与世共生，四取运。什么叫四取运？四取运哈，就是你看五运不是扣掉四就前面四个吗？啊，就是那个叫四取运嘛。因为你有这个四了之后就会怎样，你就要让这个四能够具象。你的心呢必须要有所依托，因此呢你就要把什么行也拉过来啊，想也拉过来，受也拉过来，然后最好呢连色都拉过来啊，就是全部统统取啊，就是你必须要让它啊可以把你的这个心完成嘛啊，你的心完成，所以呢它就会开始呢必须要有一个啊，有一个行值出现。你说我要度众生哈，然后呢我特别啦想要来帮助啊，这个人，我想要帮助人哈，那你是不是要先长成一个人？ 是佛陀他是不是当初要来度，先度人嘛，是不是先度人？所以他是不是要先投胎跟人长一样？要不然你那个，你如果是鬼，你就把人吓到了，你根本没办法度人哈。所以你要先当人嘛。好，那先当人呢，你要当怎样的人才会有比较容易度比较多的众生哈。第一个你要先当什么？你要先当能够做主的人。所以当时呢他到印度去啊，他为什么到印度？因为当时呢四大文明古国呢，在当时印度是文明古国嘛，是不是？好，然后呢这个印度呢又有这个种姓制度，四种种姓制度里面能够做主的就是王族嘛，有没有能够做？
他如果投胎变成奴隶啊，那他就一生就被规定，他其实很难。好，即使他啊说我不做奴隶的，我要出家，人家也会觉得说啊，因为你就不想做奴隶吧，是不是？好，可是呢，因为是王子，整个国家你都不要哦，不是傻的吗？是不是？大家求而不得的东西你不要，那表示出家一定有比他更好的嘛，是不是？所以他就要先当人，而且是要当长得很好的人。因为你在皇宫里面，那个国王要选妃子，当然是选才貌兼备的啊，要能够说啊随缘哦，啊不会随缘啊，他一定有挑过嘛，啊，所以呢他是挑过的，挑他的父亲，挑的母亲，好，挑他的种族。然后这个妈妈呢，哎，她像圣母玛利亚一样，哎，好，她是清净的身呐，啊，好，来这个孕育王子，哎，好，孕育这个悉达多嘛，哈，生下来就走了，哎，好，是不是？就是不是到天上去的摩耶夫人到天上去，就是到天上。所以呢，这个谁？这个王子呢，一生下来啊，如果你的啊，这个妈妈哦，是很爱这个孩子的，啊，他会怎样用爱来养他？那各位，你是不是用爱来养你的小孩？那你爱的方式对吗？有时候对，有时候不对，有没有？好，所以呢，诶，你是今天呢，这个王子的啊，这出生妈妈就没了，哈，是摩耶夫人就没了。为什么？因为摩耶夫人的任务完成，她的任务就是来生佛陀的，有没有？她就是诶，因为她发愿嘛，我生生世世到华严经后面呢，她就会讲到摩耶夫人的故事啊，哈。摩耶夫人呢，她就是发愿我要来当佛陀的母亲。那佛陀的母亲呢，就只负责生她嘛，生就好了。好，你说如果我们生了还要养还要教，你不一定能够把它教得好，请问谁能够教佛陀？是不是只有文殊菩萨才有资格教佛陀啊？好，所以你看佛陀为什么这么年轻啊，学的那个这些老师啊，一下子每个都被他学完了，就是找不到老师可以学。好，所以诶，这个摩耶夫人呢，就生完了之后呢，就到天上去了，没他的事了，啊，要不然他留在世间哦，到时候佛陀了要走哈，放不下就是他妈妈，就抱住他的腿哈，啊，也不用抱，你看到妈妈眼泪一掉，你就走不了了，你说不行啊，好，所以他到天上去呢，他看到佛陀出那个诶离家出走啊，出家。可能还是他派人家去把他拉出来的，因为他的比较有智慧了之后呢，他就不会呢局限在世间的小情小爱，是不是？好，所以呢，哎呀，你看他要生在一个正确的家庭，生在一个正确。好，那你说，嗯，我应该是跟摩耶夫人一样，我都一直劝我小孩出家。问题是。问题是你是要赶他去出家还是要怎样，哦，所以有时候很多人说，哎，你看那个三奶就说，有啊，我都叫我儿子说你读书读不好你就去出家好了。哇，这 去出家怎么会是读书读不好呢？是不是？你是不是有讲过这句话？是不是？所以呢，哎呀，你看我们世间有成就呢，你就舍不得他出家；世间没有成就呢，你就很想把他丢去出家，他可是他不就不甘愿，有没有？哈，哦，所以呢，就把我们的出家人的形象搞得哈，就是不伦不类，对不对？哈，哦，人家我们的形象是佛陀的那个形象，哈，哦，王子，哈，哦，是不是？好，那但是他为什么要有这个形象呢？因为他要教育人道嘛。就要在人里面呢是最有说服力的，啊，最有说服力哈，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有这个事了之后啊，有这个心了之后，还要有受想行，对不对？好，啊，然后还要有相貌，啊，一个样式，啊，就是长相啊，要庄严哈，啊。所以色受想行嘛，哈，啊，好，然后呢，
接下来名色呢就会开始有好六根六触。我们常常讲、哦、一个很好的胎教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让孩子、哦、长得好好，你在母胎的时候要怎样，你不能只靠自己啊，好，你看你要靠自己长出来的就像你啊，是不是？那可是我们没有长得很好啊，我们没有被、父母亲没有用佛法来滋润我们啊，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让孩子呢有很好的色受想行识，你在他受孕的那一开始呢，你就每天就要诵经好念佛法的经典，里面呢他就会告诉你呢佛陀长什么样子，菩萨长什么样子，然后佛陀长什么样子，他的心是什么样子，他看待众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种啊什么胎教啊？为什么？因为从名色要开始长六根的时候啊，我们胎生的动物是怎样？就本来是一团肉嘛，现在要长成眼睛，你是不是会有一个 copy 的？好、啊，那我要长眼睛，我要长什么眼呢？我是不是要长佛眼？啊，我要长成菩萨的眼。那你怎么长？好，各位，你现在呢相貌已经定型了吗？没有，你继续去修哦。你有没有发现学佛一年，学佛两年，学佛三年，看得出来哦，看得出来吗？你会不会越来越像佛？所以呢没有用功哦，我们也看得出来，有用功看得出来，没有用功也看得出来，有没有？好、哦，你看像那个船上，他长得有没有越来越像佛？啊、哦，有没有哈？就很害怕啊、哦。那为什么？因为耳濡目染哈、哦，就是你的意念会带着你的相貌，那就越长越像，越长越像，越长越像，是不是？那因为我们已经定型的，能改变的很有限呐、啊。好、哦，改变的很有限，还是能改变，那就表示。在还没有定型的那个小 baby 是不是更可塑性更高？ 是不是？所以呢每天就念啊啊，念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念观世音菩萨就会长出一个观世音菩萨，生出一个观世音菩萨的样子。好、啊、最重要的是他还有观世音菩萨的心，更了不起，是不是啊？你的长得像呢，可是呢那个心不像也不行哈、啊。所以色受想行识它要形成具象化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它就是在告诉你你的心在想什么嘛，相由什么心生啊，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好人，要看他的眼睛，是不是？眼睛可以说很多话嘛，啊，可以给你很多讯息。心术不正的人，眼神飘忽啊，啊，好，那如果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啊，六根完成了之后呢，接下来六根就是要接触嘛，探索。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个小朋友呢，一出生了之后，他的手就在抓啊，好、啊，他的眼睛就在看呐、啊，啊，是不是？他耳朵就在听哈、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呢诶在他小朋友的时候呢就让他听金刚经，有没有啊、哦、那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如是我闻啊，怎么还会是妈妈爹爹，嗯，听起来就笨笨的哈、哦、就是哈、哦、要让他听的这个好、哦、楞严经啦、啊、好、哦、华严经啦、啊、你念经的时候就在小朋友旁边念。是，好，现在 A 我们有一个学员，他说他要去坐月子啊，哦，不是他，是他要帮他的孩子坐月子，六十几岁的没办法再坐了，好，他 A 他要去帮那些小孩子呢，最好的时候，然后就是他躺在那边，你要照顾他，你就念经给他听嘛，是不是哈？所以念经念经念经，好，然后呢，在诵经的过程，他就心里面就眼睛就看到了哦一个佛陀。耳朵就听到什么啊？是不是声音音声啊？好，那心里呢就会形成佛陀所讲的那个图像，那个境界。好，那个境界啊、哦，所以我们其实常常就说啊，你看助念要怎么样助念？
你看我们每次呢，哎，那个助念组组长哦，他就是怎样，要去助念的，他就会先怎样，先准备什么？第一个准备一个佛像嘛，是不是？第二个准备一个引磬嘛，是不是？啊，接下来呢，啊，就这样去了啊，哦，那佛像摆在那边一摆，哎，这个往生的人呢，他就有像可看呐，啊。好，哦，他就会跟着这个像，哎呀，佛陀很慈悲啊，哦。那佛陀如果看到长得跟佛陀一样的，你就跟他去，有没有？他是总是要能够识别嘛。好，哦，就像我们昨天有一个居士，他要来找师父，我说我找人去载你哦，结果他就发了一个照片给我说，请那个载他的人照着那个像来接他啊。诶，有道理哈，哦，是不是？好，哦，啊，那如果说好，那我们找阿弥陀佛来接你，那我说我不认识哪一个是阿弥陀佛，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看到佛像啊？佛陀是不是就长这样？好，哦，所以呢，我们常常看到佛，那你看到呢，跟这个佛一样慈眉善目的，你就会有一种信心出来，啊，你就会安心啊。好，所以这个佛像呢，哎，就先让我们能够观想嘛，眼睛看到的是佛啊。啊，耳朵听到的是什么啊？念佛的音声。所以为什么我们到道场去？道场很简单啊，就一个空间就可以当道场。那一个空间里面呢，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啊念佛，它就变道场了，是不是？到净土，怎样叫净土啊？就是它很干净，然后人的心也很干净，是不是？所以这个一切都很干净，然后身心很安定，你就在净土啊。好，所以呢，这个叫做根净接触，有没有？接触根对净，眼根对净嘛。好，所以说家里面啊，他说师父可不可以安佛像？当然要安啊。为什么？因为你每天要看，要不然呢，你如果每天没有看佛像，就看你家那一个呢，有没有？他说啊，那是我的爱人，可以呀，啊。可是那爱人有时候心情，有时候阴晴不定，他不会每天都是一样的脸啊。但是你如果看佛呢，佛陀永远都是一个脸，有没有？好，啊，即使真的佛在，他也每天都一个脸，是不是？他就每天都是慈眉善目啊。你说啊，你说啊，那我要来跟师父住在一起，那你每天就会看到我的脸色都不一样，是不是？我们啊，不是像佛一样啊，佛陀他每天脸都一样哎，好，所以我们每天每天都要看佛像，因为他就是代表我们一个人长得最好的状态，是不是？他是不是微微的在笑？好，那我们只要不笑，脸就臭臭的，有没有？人家不笑，脸看起来还是在像在笑，修的有没有很好？就很自然，它就是一个好，很怎样，很慈悲的一种展现。所以你说眼睛看啊，眼睛接触，家里面要常常摆啊。你如果没有办法摆，好，有的人看到呢佛像说，哎，你家里不要摆这个，有的家里面会这样啊。那没关系啊，你就放在我们佛经不是每天都可以读的时候，你就先翻开第一页啊，里面就有佛像啊。是不是？你每天看，每天看，然后呢？为什么要看？看了之后把它学起来。哦，原来佛是这样笑的，那我也来练习一下，是不是？好，哎，说不定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同修刚好在骂人，你转过来就是给他一个微笑，他就吓到了啊。他说：“哎呦，怎么搞的？怎么可以笑成这样？哈，是不是？”他说：“哎呦，哎，怎么常常都这样笑？笑得。”蒙娜丽莎的微笑，有没有？这佛陀的笑呢，是就是他是一点点，有一点点的笑嘛，哈，好，他不是傻笑啊，啊，他是很有智慧的笑。所以你看，光是看佛笑，你的心啊，就会自然而然就会学的，啊，就会学哈。然后呢，哎，我们耳朵听啊，你念经啊，是念给谁听？你念给自己听。好，你即使没有念出声，你的心里也有声音，有没有？好，所以有些人说，师父，哎呀，一定要念出声吗？当然啦，不要懒惰。为什么？因为你连念经给自己听都懒惰，没人救得了你了，
哦、还有人说其实这样好累呢、哦、就是说就说、啊、这样好累、哦、因为这样效果比较好。我们常常呢念，而且呢你念的时候呢你要让自己的音声就像佛陀在念经一样，佛陀在讲经、哦、你要带入那个情境、哦、你就是想说诶我现在来扮演其中一个文殊菩萨、哦、到文殊问明品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带入啊，我就是演那个文殊菩萨啊，就像演剧本一样啊，也是。所以你看，好、哦，这个很多人说哈、哦，师父你在朗诵的时候，怎么很像真的就是那个须菩提跟佛陀在讲对话？我说对啊，因为我在念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是那个须菩提啊、哦，一下子演须菩提，一下演佛陀，一下演就是哎，须菩提问佛嘛。白佛言吧，佛陀告诉须菩提嘛，这时候呢你就诶你就从那个角度从那个角色去告诉他，是不是好、哦、所以我们这样子念经你就会觉得诶好像真的是佛陀在跟我们开示啊，所以你就听啊、哦、听到佛陀的声音，好、哦、听到佛陀好，然后你的心是不是就会想佛陀讲的这个内容，不懂也没关系啊，你就是诶佛陀跟你讲课嘛，是不是讲课哈、哦？好，那有一个人呢，他就最近要说师父你哈、哦，你为什么不出个书啊？哈、哦，是不是你出个书？我说会啊会啊，我快要出书了哈。可、哦、是哎呀，慢慢呢，哎，就是把这些所有的内容啊、哦，就整理成册，是不是？他说呢，啊，你出书哈、哦，你一定要记得，不要写那个人家都看不懂的哈。哦哦、是师父你写的那个如果太难哦，就是没有人看得懂、哦、我说我又不是要给人看得懂，不是、啊、我就说我又不是要给现代的人看得懂的、哦、因为呢哎，我们要好不容易如果出一本书，我们是希望能够怎样要传给世代，对不对、哦、传给下一代，让下一代的人也能够学嘛、哦，那你说诶很容易很简单，现在 出书很简单，大家看一看笑一笑然后就丢在一边，也没有什么，那个书就是很浅薄嘛，那大家就是很喜欢啊，很流行，有没有？好，可是呢它就不够长久，好，然后他就说可是这样子齁、哦、就没几个人能看，它就不会变畅销书。我说呢畅销书是当代的畅销书啊齁、哦，那如果你的心是想要成为未来的人看的书啊，那请问我们现在在看古人的书，我有期待看得懂吗？是不是我们拿了古人的书一拿来看，你有说你每一句都看得懂吗？一定看不懂啊。那他当时如果为了让大家好、看得懂，然后呢加油添醋灌水，然后呢诶这里面呢写一些啊、哦、这个什么不着边际的一些笑话，它不会留到现在，是不是？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古人著书立说，它每一个字都是要负责的，不是随性的啊写几句话，好、哦、是不是？那如果是这个角度的，你就要去思考你要给谁看，你的对象是谁吧，是好。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去读佛经？因为佛经本身呢，它是不管是啊多少的时空的变化，它都是叫做真理嘛。好，那它既然是真理，它就可信。如果是你自己的一家之言，那就参考而已。好，所以当我们在阅读佛经的时候呢，眼睛看着佛，耳朵听着佛法，然后心里面呢就会有所启发了哦，是不是？好，眼耳鼻舌身意，每天要给自己接触好的色、好的声、好的香味触法，这个叫做触，有没有？可是我们大部分呢哎，就不太容易去读嘛，啊、哦，不太容易有机会去学习哈、哦，所以平常呢接触的就是什么？就是不良的环境、染污的环境、烦恼的环境，而且我们还会习惯，
就是我们在长期在有噪音的地方呢，你已经习惯了。好不容易哦，像我们这次去丽江，有没有七天？啊，完全呢很无聊，有没有？啊，什么事都没有，一整天就没有事。哈，那你如果呢，平常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都已经很清净了哈，你会很喜欢那个地方。哇，怎么那么清净？啊，可是呢，我们有家长哦带那个小朋友去哈，我就看他每天很无聊，为什么？啊？因为他已经习惯眼睛要看电视，耳朵要听啊流行音乐啊，然后呢要玩手机啊，那所以呢到了什么都没有，因为呢他怎么玩呢，那网络都不通啊，所以他就很无聊，有没有？你说你平常已经习惯这种染污的环境，然后吃那个有毒的已经吃习惯了，有没有？那结果呢突然之间呢吃菜根受不了。好，可是如果你的身心是清净的，你接触这个环境，你就会觉得哎呀很舒服很清净。好，那舒服跟清净呢就是一种受嘛。好，是不是接触之后你会有一种感受，感受触共生有受。然后于受染着是爱。好，怎样受你就舒服啊，喜欢啊，你就会有爱嘛。我就爱这个。眼睛有没有爱看？耳朵有没有爱听？好，那眼耳鼻舌身其实我们都有喜欢的。所以我眼睛呢我就是喜欢欣赏。有的喜欢欣赏美女。帅哥有没有？什么。然后呢有的人呢喜欢看风景。有人喜欢看呢美好的这个建筑装潢，有的人喜欢看名画，有的人喜欢呢就是你喜欢看的东西呢就各有千秋，到底怎样是好然后耳朵呢喜欢听的也不一样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听甜言蜜语，有没有那甜言蜜语是在讲什么？就在肯定自我啊。所以不管呢眼耳鼻舌身意啊我们都会喜欢好的，追求好的感受那有了爱呢就会想要得到嘛，爱增长叫做取取所起有漏业为有哦。它这个有的定义哦就是有漏业才叫做有。什么叫做有漏？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是没有很圆满的，不够好的，你得的同时会有烦恼出现，那个叫做有漏，有没有？会招来烦恼譬如说名是不是名利财色有没有是不是我们说这个有利可图啊，可是有利可图的本身呢它就会是一种烦恼，因为你想图利，别人也想图利，这时候呢就会有什么不能够平衡这件事情出现。好，什么意思？好，今天呢我们呢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年轻有为20岁也出社会，然后就开始呢就做进到一个公司呢，你是菜鸟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想法。可是等到呢你开始呢往上爬，你会不会想要越爬越高？好，那当你爬到一个位置的时候呢，你其实同时有满足感，可是同时又有更大的需求感，有没有？我当组长了，你会不会再看上面那一个？好，是不是人说我哪一天呢就可以当什么队长，对不对？主任所以一路一路这样子。所以当你爬到一个位置，你得到的这个位置带给你的满足感，可是其实你又会往上看，又会更多的不满足是不是 就会这样子好，你到30岁赚了100万我人生的第一桶金完成了，其实你已经开始负债了，有没有？因为你有可能说好，我50岁到50岁的时候我就还是100万吗？一定不是嘛。
既然我30岁可以赚到100万，表示呢，我50岁的时候应该不止100万啊。哦，可能40岁呢，啊，就要1000万，有没有？所以对于40岁的你来讲，你现在30岁的100万是什么？负债900万。有没有？因为我是要1000万的啊，怎么可以只有100万呢？我就要拼命的把那900万填满。到40岁你真的有1000万，你就变成负债多少？9000万了。为什么？因为你看我这么厉害，我应该还可以再往上爬。所以因为无止境的追求，到最后呢，你真的有吗？那有很多人退休金一夕之间就没了，有没有？为什么？还不是想要更多，所以全部丢到股票去，有没有？然后就变壁纸啊！你好好的过不行吗？也没有不行，省吃俭用也没有不够用，但是就是觉得好像不够，没有安全感，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得到的的确会造成会带来暂时的满足，可是你会不会有多余的念头？多余的念头啊！所以呢，你看取所起的，你得到的那一个是有漏业，是有漏业。那有漏业的之后呢？你以为的有其实是什么？是有危险的，有漏的，它带来一些烦恼，而且是你没有预期的。是我们没有预期这些烦恼啊，我们也没有预期有这么烦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呢就是很单纯啊，来学佛的时候我们去道场，我们就是想学佛啊。那你有没有发现在道场惹你起烦恼的都不是佛？有没有？是说哈，怎么会这样？不是都就学佛吗？问题是学佛不是佛哈，所以呢，他就会惹你烦恼。为什么？因为你也会惹别人呐。你有没有预期到我是来道场起烦恼的，还是来学佛的？这两个是不是同时都有？那你说啊，那就不要学啊，不要学更惨，有没有？因为家里面没一个学佛的更惨，所以呢，你说有漏，就是一边修一边漏，一边修一边漏，还知道要修，那如果你发现那个漏越漏越大，要赶快补起来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你看在有漏法当中，我们要修的是无漏法，无漏法，那问题是你必须要先看你漏在哪里，可能是因为漏在你的贪心，可能会漏在你的脾气，有没有？有些人说哎呀我什么都好，发起脾气来什么都不管了，完蛋了，那他的好很危险，可能就毁掉了，那我什么都好，但是呢就差那一个贪念很危险，所以我们要从无漏有漏法当中去修无漏嘛，好，那要不然呢你就再继续就会有生，是不是？从业而起生，然后到老到死啊，生老死，就是事情一定会有成，但是因为有漏，所以它会有败，有成有败，有生有灭，那我们常说败，其实不是失败就是不成嘛，就是坏的，所以缘生缘灭啊，那所以这个世间没有失败这件事情，只是没有成就而已。没有成就不叫做失败，就是不成功。那现在成功的不见得他永远会成功啊，所以他还是有一天会怎样，就是会有这个不一样的组合，所以有生有老有死，它就会变成一个循环，它是一个循环。死时离别啊，要离别的时候呢，你看又来了烦恼，就在这个死的时候啊，就是要离别的时候心就在烦恼了，快要离别的时候心就在担忧了，心在担忧，所以心里面就会有烦闷，然后他就特别的解释哦，心里面烦闷呢叫做发愁，有没有？
好，就是闷住了，你不知道怎么办，没办法排解，啊，有点难过，有没有？好，所以你说，哎，你看我们就看到人家生老病死啊，虽然我们已经比别人还要坦然了，可是你还是会觉得你心情好像闷闷的，是不是？你不会开心嘛？哈，好，所以哎，说有一点担心啊，有点烦恼啊，好，而且呢，越老越烦恼。好，越老越烦恼，因为就觉得没有多少日子了，有没有？啊，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就会看到这个老人家，哈，他说：“哎，我要去参加那个同学会，哈，然后就加一句说，还也不能，也不知道能参加几次，这样，哈，还能参加几次，哈，所以大家见面就很珍惜，有没有？哈。”好，好像来见最后一次面的那种感觉，哈，有可能呢，有可能明年，然后呢，啊，就发现，哎，你的同学里面就有一张告别式的那个帖子啊，原来你见最后一面就是他的照片呢，有没有？好，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呢，哎，心里面就是要面对这个老死的时候啊，心里面很少不发愁的，至少有点沉重，有一点闷呐。有很开心的吗？没有啊。好，所以呢，诶，心里面呢要烦闷啊，心胸烦闷，涕泗啊，涕泗啊，流鼻涕流眼泪啊，然后会叹啊，感叹，会感叹啊，就是叹。在五根叫做苦啊，眼耳鼻舌身，你看到你听到，你就会感觉有一种被逼迫的感觉啊，是不是？我们修行啊，其实你说精进，为什么精进？其实有时候是因为你不得不精进啊，要不然呢？有一个居士啊，他说奇怪啊，我都没有办法。你说人家就说念佛很好，我都没有办法觉得很好啊，我就念不想念啊。哎，有一个居士说，哎呀，我太太呀生病了啊，她一整天都在家休养。我说那你要教他念佛？有啊，我有教啊，但是他又不想念啊。他说那在家做什么？一整天都没有事嘛，哈。我说那你的孩子呢？他煮饭给孩子吃吗？我说不用。他说不用，孩子都大了，自己会料理，所以一整天他就没有事，而且他又生病嘛，所以他在休养哈。可是你这一直休养，你躺着也躺不了太久哈。我说那做什么呢？念个经吗？他说他就不想。啊，做什么？在家这种状态只能做什么？看电视而已，有没有？啊，电视有好看吗？其实没有什么好看的，可是也没办法啊，就看吧，好，哦，是不是？啊，就电视开着，然后看一看，好，哦，然后里面呢就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电影啦、戏剧啦，哎，就在那边看，这样就看电视。啊，你说要去用功念经哦？啊，提不起劲，啊！你说啊，这台湾哦，环境这么好，好多地方都可以讲经，可以听经，有没有？好，啊，可是呢，看电视的收视率还是比好，啊，看那个网络的还要多啊！好，啊，是不是这样？我们随便呢调查那个收视率调查，都是几百万的人在看呐，啊。好，啊，那我们在网络上呢，哦，师父。你已经有十万人看你的楞严经了，那又怎么样？才十万哦，收视率低到不行啊，有没有？啊，低迷，而且里面还有很多是自己去按的啊，是是是，所以呢，哎，其实我们自己说哈，那个信受佛法哈，学习佛法跟修习佛法这件事情，还真的呢要有那个心，还要有一种愿意精进的心。啊，还要有一种危机意识，因为大部分的人呢，就人生就是啊，就这样过了一辈子，啊，然后呢，他也知道不行，啊，所以他就讲啊，哎呀，我有烦恼的时候，我都转不过来，都被烦恼转了，被境界转了，是不是？你就不得不烦恼啊，啊，这时候呢，他的朋友他就会问啊，说我要怎么办？他的朋友就说要用功啊，平常要念经啊。好，然后他说虽然我也知道念经很好，可是念经有用吗？哦，是不是？他就会问有用吗？
那因为觉得有用吗？有这个怀疑，所以他会不会念？不会，就不会念。那不会念呢？这个佛经啊，刚开始你不会念的时候没什么用，你只能念得头昏脑胀而已。有用就是头昏脑胀的用，这样有没有？然后呢，头很累，这样哈，很疲劳哈。可是当你念念念念到后面，你会发现，哎，这个力量会出来。读经哦，是后面哦累积一定的量，然后开始呢，你的心很自然会升起一种智慧的力量，五根五力呀、啊，有没有？信、静、念、定、慧，好。所以，如果呢，你愿意在前面前期呀、啊，哦，花一点功夫，好、哦，让自己的心哦，可以习惯这种修的方式哈、哦。你说什么方式都好，你要选你喜欢的，然后呢，你习惯，你觉得这个好，怎样好，就是你对它有信心，你觉得这个好，你慢慢练习，练到后面，你会看到你的哦，这修行有很大的回应。啊、哦，有很大的回应哦，是真的是不可思议哦，而且那个力量呢是很好很好的力量，对你的人生是有助益而百益而无害，是真的。可是问题是在前面很辛苦啊、哦，前面哈、哦，前面的辛苦是你在跟你自己的懈怠心对抗啊、哦，然后他就说，对呀、啊，我真的就是都提不起劲，我大概我会念两天呐、啊。啊、哦，就是念个两天，然后念一念就觉得口干舌燥啊，然后就发现头晕，有没有？然后呢，哎，就好累哦，哈、哦，有没有？然后要不然就会突然就好多事哦，哦，那我今天这么多事就休息一下好了，啊、哦，是哎，很容易有很多很多的借口。那个借口呢，有的是理所当然，有的是好像是很牵强的，但是你就是会想办法让自己哎呦就没有念经，好、哦、或没有做功课。好，那慢慢习惯了，他就没有力量啊。所以他说，下一次再遇到境界的时候，又被考倒了。然后一次这样，两次这样，慢慢的久了，他就会有一个结论出来，就是什么？学佛没有用。所以我已经学佛了啊，学佛也没有用，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在刚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没有好的经验，好，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常常哦，这个结婚要冲动，对不对？修行也是要有点冲动，出家也要冲动，好，哎，像我们要出家呢，没想太多，师父也没给我们很多机会考虑，好，如果呢，师父跟你说你回去考虑考虑，他就是不收你的意思。如果你说师父我们要出家。啊，还要马上去填报名表哈、哦，那就是他要收你，好、哦，你已经填了，你就是骑虎难下、啊，你就觉得要后悔，有一点不好意思哈、哦。你看有那种不好意思，只好出家这样，啊、哦，是。但是如果你没有在那个时候，你就是义无反顾的，再过个三年五年，你可能就没有那个念头。修行也是这样，你前面如果没有义无反顾的，我就是用功，我就是精进。是有几个像船上这样子二十年都不会退，好，是，而且呢他每次讲的时候他就说，师父我最近正想退，好，你看哈哈、啊、他到二十年了这不可以退的哈，因为他已经没有理由再说自己退了，已经我的人生的四分之一都已经葬送在佛教，是不是已经就是已经付出了嘛，那付出它一定有后面的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好，那你说，哎，我们真正修行哦，前面的用功，其实真的是很需要大家一起帮忙，因为刚刚开始就是最需要人帮忙，因为刚刚开始还没养成习惯嘛，所以我们依着一个道场的修行，依着一个师父的引导呢，哎，你可能呢可以多走几步路，我们的功能就是这样，好，都在急救，有没有？啊，劝大家啊，你不要退道心啊，很可惜啊，一失人生哈、哦。好，是哈、哦，不要让这些可惜哈、哦，真的变成你的人生的代名词，就惨了，很可惜哈、哦，因为你连失去什么你都不知道，你也没有办法去啊，
感叹，好，是不是？好，连没有资格去感叹哈。所以呢，你看，在五根为苦，在异地为忧啊，哈啊，忧苦转多为恼哈。如是，但有什么增长？只是增长而已。人生的路哦，就是烦恼越来越多，只是烦恼的内容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可以去访问呐、啊，哈、啊，很少有开心的老人。啊、哦，他如果开心是因为跟你不熟，是不是？熟了之后，他开始就跟你诉苦了，是不是？就是你真的要跟，其实我们常常说，我们跟居士啊，有时候不熟比较好，熟了呢，见到师父就开始诉苦，有没有？他说有怎么这么多烦恼啊？其实呢，根结就是呢，没认真修行。啊，认真修行呢，很多烦恼都不会那么严重。没认真修行，烦恼真的多多。好，那你看修行的人都已经这么多烦恼了，那不修更可怕、更惨，是不是？根本就没办法。而且呢，你叫他修行，他会说我不想，我没兴趣，我没那个心。好，你不要逼我，这很好笑哈、哦。他说，明明就是告诉你这个好方法，又变成逼哈、哦，那又变成好像叫他用功哦，是在勉强他做很痛苦的事情一样。可是事实上，这是唯一一条解脱的路，这解脱法嘛。好、哦，那可是问题是呢，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善根，有这个福报哈、哦，所以呢，就是一直增长哈、哦，一直增长。但是事实上，你仔细去看哦，都是白受的，因为真正的这个循环，从无明开始到最后的老死哈、哦，无明怎么来的？没有无明这件事情哎，无明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第一义谛这样子，就我不知道哈、哦，所以那个无明其实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你要去具体的定义无明是没有办法的。那既然这样，哪有后面的生老病死，是不是？所以他讲无有我，无我所，无有作，无有受。哎呀，这个实在是太难了，有没有？因为我们很认真的在轮回，诶，到最后呢，佛陀跟你说没有人在轮回，是不是？没有轮回这一回事，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很可恶诶，有没有？我们轮回怕得要命啊、哦！然后呢，这一辈子当人，然后下辈子当鬼，然后在六道里面一直混，一直混，一直混，到最后佛陀说：“哎，没有这回事啊、哦，有没有？”所以他根本就是看我们笑话，有没有？好、哦，你看我们为了生死哈、哦，流了多少眼泪，结果没有这回事。好，三年走不出来，结果没有这回事。好，是不是？那你看是不是很无聊？我们就是呢自己啊自编自导自演，然后呢演的戏又很难看，有没有？又不是什么脍炙人口什么，好，就是这个很无聊的戏。如果把我们的人生拿去拍电视剧，有人看吗？是不是？就在想。哎呦，对啊，既然要轮回，为什么不要精彩一点啊？啊，又不精彩，又没有办法解脱啊，所以是不是很无聊啊？然后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次抓到人就要一直诉苦，你也不知道你讲的内容有多无聊，没有人关心的，是不是没有人关心你的苦啊？因为你的苦是很无聊的，有吗？我们有一个居士哦，他每次哦都要。接电话，就他妈妈都会打电话给他诉苦，没有人能诉苦了啊，是不是？好，那讲来讲去都是讲他跟媳妇相处啊，啊，啊，跟媳妇相处有这么痛苦吗？媳妇还是什么职业妇女，一整天都不在家，可是晚上呢，就吃饭那个时候，那两个小时就够他一整天复习的。是不是？所以呢，他后来呢，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啊。可是妈妈又没有读书，你叫他读《华严经》，他就会说：“哇，妈鸡，好，是不是？”所以，哎呀，好可怜哦。所以各位，你要练习开示啊，会开示哈、哦，讲给妈妈听啊，讲给老人家听啊，是不是？所以各位，
你能够来听法哦，我都是在拯救大家的家庭，有没有？是真的啊，因为你听法的人比较有智慧，他遇到谁家没有问题，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哎呀，赶快去念经，有没有？好、哦，你看，要不然呢，他没有人可以讲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他的认识的人啊，他要找支持者啊。好、哦，哎，结果我们这个居士呢，他说他实在听到很烦了，可是但是他妈妈啊，他又好生气，可是呢，他也知道他弟媳哈、哦、不是好惹的，有没有？他也很无奈，他最多只能跟他的妈妈一起骂啊，又怎么样？他也会更烦、哦、啊，叫他妈妈说，那你来跟我住？哎，他妈妈说，我不要，我为什么？啊、哦，我就要看这家里面谁撑到最后，就这样啊。是不是？所以他就哇，这每天呢听到那个电话，他就心里面就不舒服。后来呢，他就把电话切掉，装作不在家。哦，是这怎么没办法啊？就是逃避嘛，逃避这件事。他说：“师父，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学佛？因为那是没学佛之前的行为，是不是？我现在学佛了，我念华严经了。”啊！我念了之后，我才知道，哎呀，我当初如果早一点学佛，我一定知道怎么解决，帮助他的母亲。可是我的妈妈现在已经当植物人了，已经不省人事，躺在那边的，我也没有办法帮助他。可不可以帮助？可以呀、啊，还是可以。可是如果在他还有意识的时候，啊，跟没有意识的时候，力量还是不太一样。好，所以呢，你看，我们其实常常都自作自受，然后到最后呢，作茧自缚。好，而且通常这样子的事情呢，多一点哈，你会对学佛失去力量，失去信心，因为全家都阻止你学佛，然后你只有你一个人孤军奋战。好，如果我们自己再不用功一点，很快就退了那个道心，道心很容易退。就前面第一年最重要，前面的第一年。可是有很多人前面的第一年在那边犹豫，有没有？我看看免得被骗，有没有？所以他不敢投入太多啊，他想清楚，所以哎，要皈依要五戒，我想清楚啊，那就没有了，这辈子就没有了。因为他不会想清楚，等到他的热忱一年之后退了，他更不会想清楚，他也连想都不会想，他就直接把自己拒绝在外啊、哦，所以为什么你看学佛一年，佛在心田，还有在心里，不错啊。好、哦，那我们要赶快趁这个时候呢，多用功一点，把多一点佛法。如果你现在对佛法很有兴趣，啊，网络上一大堆可以看，每天看不完的，你就很认真，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量多就是一个好的因缘呐。好，你看我那个。诶，刚昨天那个船上就讲说，他们金色有一个人啊，他说中年失业，不敢让家里面知道，每天假装去上班，可是每天呢就到佛陀教育基金会的图书馆看看经书，看了两年，现在变大师了，有没有？啊，然后每天都装作去上班，其实都是来这边华藏图书馆读经，有没有？哎，这边有那么多课，哇，他每一堂都去上，你不会变大师才奇怪，哦，是不是？好、哦，那你说好，你如果刚好失业，或者是刚好跟家人吵架被赶出来之类的，哎，欢迎来报名圆道禅院啊！哦，我们呢两年就让你变大师，这、哦、那个什么表情？好、哦、是真的，因为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嘛，就趁这两年把它修好，修起来后面很好用。现在呢，事业做得哦，这个很火哎，做得很好，是不是？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学佛学得很好的心态，然后呢，再回去做世间法，不一样的心境，不一样的状态哈，也不一样的智慧。如果两年没有让你有智慧，那你不要学了，那表示佛法实在不怎么样。可是事实上呢，你不用两年，你一年就好厉害了，是真的啊齁。所以诶，我们不要齁，这样小看我们自己来这边学佛，
学法的那个善根，这真的是百中选一啊，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有这种心啊，愿意来这边听个佛法啊，要不然你是一整天在家的闲得很啊。佛法呢其实最可爱的就是啊，它没有门槛，没有免没都免费的嘛，是不是都免费。好，可是呢从来也没有看到哪个流浪汉跑来听课啊。啊，是不是？好，但是有流浪汉跑来哈，想要偷偷住在里面是有。可是呢，你看他每天宁可就是在外面流浪，好，人家时间最多有没有？他时间最多，哎呀，你要送给他哦，下次他跟你要钱，你就送给他一本经，是不是？你跟他说哦，念两遍哦，就会有钱。你念两遍，你来跟我领钱，好，有没有哈？啊，他会念吗？不知道齁、哦、不要小看哦，说不定有一个流浪汉就得度，对不对？好，是，所以呢，诶，我们其实只是我们没有去试，我们没有让自己有这个机会去看看哦，诶，我们人生还有很多很珍贵的道理啊。那尤其像佛陀讲的这个无作者无受者，这件事情实在是，哎呀，把我们人生的所有恩怨情仇一竿子打翻，没这回事，因为觉得实在很荒谬。所以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所以我们演得那么入戏，然后自己呢演到呢心脏病，好不好？实在是很有趣哈，很有趣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下面看再看这个十二因缘哈。它不是一个东西哈，譬如说无明，无明没有这个东西哈，但是它是一种力量也可以，一种功能也可以，一种不明白的状态也可以哈。然后它的业哈，就是它的功能哈，有两个。好，所以你说要去找一个无明，其实你找不到。因此呢，你要破无明，其实不用破，就是你没有，就只要无明，就是破无明的嘛，有没有？好，不让无明升起哈。那可是问题是，你不让无明升起，你怎么做呢？好，所以我们在禅期当中呢，我们会教大家两个方法哈。第一个就是对治的方法，对治啊，就是你有杂念，那怎么办？你用正念来取代那个杂念嘛，啊，是不是？好，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你不起杂念，就是正念。不起无明就是觉，好，不起，好，那你说有烦恼，哎呀，我知道，我要改变我的烦恼，脾气不好，那我改变我的脾气，用慈悲来取代嗔恨，是不是？用专注来取代散乱，可是这个是已经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有没有？好，所以就像身体呢，你已经长脓了。所以你要怎么办？好，你要先把脓挖掉，然后那个伤口你再擦药去治疗它。好，可是呢，如果呢，你可以在要长脓之前，你就不要让它长，那是不是比较彻底？你就不需要又去把它挖掉，然后又要去啊擦药啊，又要去受那个痛苦哈。所以啊，这个修行也是，如果你能够呢不起烦恼，你就连烦恼的对治法也不需要学，啊，好，那如果没办法，你已经起烦恼了，才要学如何处理烦恼。好，所以呢，你身体很健康，没事吃药干什么？你就有病才吃吧。好，所以呢，这是根本上的一个概念哈。所以修行呢，我们就来看。既然最后是老病死，我们不想要嘛，那个结果我们不想要，那我们能够往前去推他前面的那个原因，把那个原因一个去找到。如果你能够在这其中啊停止了他继续恶性循环，是不是就有可能就没事了，就不会有后面的结果哈。所以我们说十二因缘它的这个环环相扣的一个结果是忧悲苦嘛。那如果我们不想忧不想悲不想苦，诶，那我们就要来研究前面能不能够停啊，
好，能够停好。所以他讲无明有二种，二种业，两种力量。第一个就是无明，什么叫无明？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起无明？好，如果你知道哈，那你一定知道你为什么起无明。因为无明的一个特质就是你想不开，有一件事情让你想不开，一个人或一件对象叫做所缘。好，所缘哈，是不是？诶，我们常常哈都会怎样？啊，我什么都想得开，可是我一想到他我就想不开，那个就是你的所缘，有没有？好，不是我的那个人哦，就是让我过不了坎哈，我这人生就过不了关啊，我为了他哦，吃不下，睡不着，有没有？那这有两种啊，一种就是仇人嘛，啊，一种就是爱人，都会让你吃不下、睡不着，有没有？好，那其实呢，就是因为你的心哦放错对象，迷于所缘，有没有？哈，好，那迷于所缘，你又不明白这件事情哈，那诶，你就会怎样？就会有下一个叫做让行开始出现。你的念头就会念念牵流，行叫做牵流嘛，啊，好，所以迷于所缘，我们的所缘缘的对象，攀缘的对象，啊，是对的吗？是对的嘛，啊，那你说，那我不追求，我不依赖这个外境，那我要怎么办？各位，你一定要得到什么，或者是迷于什么，你才会觉得自己完整吗？我们的心本来就具足一切哦，所以你当我们不明白自己的自心，你才会迷于所缘哦，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哎，你说，哎呀，我真的是不知道，那你就把六祖大师的寄语背起来，何其自信怎样？本自具足啊。那既然这样，智慧有没有？有，我有。好，慈悲有没有？有，我有。好，然后呢，我们的内心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具足一切功德，你就不会呢为了别人对你怎么样哈，你心里面呢不舒服。好，因为有时候因为别人也不一定认识你的内心有这么丰富嘛，所以呢常常都是什么眼高看人低，是不是？那你跟狗计较干什么？啊，是不是？好，哦，对哈，哦，好，开悟了，这样有没有哈？哦，你都不知道我是谁吗？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你是谁嘛，所以他才会对你讲出那些话嘛，啊，是很简单，就哎这样子有什么好计较啊？你会去跟他计较哈，哦，就表示你跟他一样的哈，哦，有没有？一般见识哈，哦，程度一样啊。好，是不是他跟你汪汪，然后你也跟他哄哄啊，是不是？所以就是是我们有时候呢，就看到你去看小孩子吵架，小孩子吵架没有道理，有没有？他就会推过来，你为什么推我？我也要推过去，好，这样有没有？嘿，你说那你在推什么？没有啊，因为他推我，有没有？好，是不是？你就没有道理的啊！啊，你因为两个推来推去，推来推去，打成一团，到最后问你们两个到底谁开始的啊？大家就互相比对方有没有啊？好，因为你就是没有办法哈，那，啊，安住在你自己一个人，你就又要找人家玩嘛，然后又玩不起来，有没有？玩到最后就变成打架，就是不甘寂寞，所以你又要找人嘛。那找那个人呢，又不合你的意，不是最后就吵架吗？好，如果你不需要任何人，你就没有得失心，是不是？我们如果需要人啊，为什么？因为只有他在我身边，我才觉得我是完整的一个人。那你又完蛋了，好，因为你永远找不到那一个人哦。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是缺失的。如果我本来就是完整的，所以有人在旁边可以呀，啊，跑龙套的有没有？是不是？哎，有人呢？没有人，哎，我也是很满足。那你一定怎样？很自在，你就很自在哈。所以呢，这个无明哈，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具足一切哦哈。好，那我们才会哦，把自己的心迷于所缘啊。你想要得到什么，或者是想要拥有什么
啊，才会觉得自己哎呀好像拥有了一切啊。那事实上呢，这是无明啊，就是不明白。然后它会引发行哦，哈，行就是怎样，它就一个开端的，啊，它会环环相扣。你说，哎呀，我只是想想而已，想想就会开始了哦，是不是？啊啊，如果哎啊就开始了哦，是不是？哈啊，如果有一天我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个就是开始了，因为你的念头在动了。你的心在动了嘛，哈，所以心动之后呢，能生未来的结果，啊，一念不觉怎样，就生三系了嘛，哈，所以境界为缘，然后就开始就长六出，它就会连锁效应，好，所以三系六出中间的这个流动呢，就叫做行，啊，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一用功呢，就要怎样？哦，就要一念不生。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是念念相续，好，这念念相续呢，你从来没有停，好，所以你要练习停，好，练习停啊，就会发现停不下来。好，那停不下来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啊，不能做主，不是因为哦。我没打坐齁，都没有念头，一打坐念头那么多，不是，是你平常就在念念相续，你只是发现它停不下来。所以我们静坐呢，就教大家不要念，不要想，有没有？那不要想不是一个法门，好，是让我们发现自己一直想不停。尤其心很奇怪，你越叫自己不要想，然后他就越爱想，有没有？好，是不是？但是他就会一直发现自己很爱想齁，停不下来。然后等到呢你下坐齁，哦，我说好，来大家来发表心得，然后就脑中一片空白，有没有？要想的时候想不出一句话，好，不要想的时候呢就一堆话，好，所以后来我们就说啊，你就把你脑中的那一堆话拿出来讲。他说不敢，因为不能听啊，有没有？是不是？所以呢你看我们的行是不是都不能控制啊，那恶念不起就很困难啊，善念都起不来啊，是不是？你是跟那个人讲一个谢谢有这么困难吗？不可能，他为什么不先跟我讲啊？是不是啊？啊，那你说，你看我们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啊。我们有一个居士啊，他就妈妈往生嘛哈，啊，上礼拜我们就上礼拜我们就帮他祝福啊，祝念。然后大家就围在啊，就是围着妈妈嘛哈，啊，那我们在开示的时候，我就跟所有的家人哦，就请他们跟妈妈讲最后的话嘛。其实这件事情呢，有一点危险哈，啊，因为呢，那个最后的话有时候不是好话啊，所以很危险哈，啊。但是因为我看他们哎，家里面呢有正念的人比较多啊，有正念的人比较多就可以开放来讲话，因为会影响。好，会影响哈，啊，最后呢，他那个妈妈的那个小女儿是我们的学员呐，啊，好，那个秀玲哈，他小时候呢，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我说为什么你跟你姐姐哈同一家人，为什么姓不一样？好，然后他就说，因为他小时候就被人家送去给养母养，好，那小时候家境不好哈，所以养不起那么多小孩，所以他是最小的，就送出去哈。那他呢心里面呢其实就一直有很大的挂碍，因为他觉得他是被抛弃的。可是事实上呢，他的新的那个养父母的家庭是很好的家庭，所以他从小养尊处优。那他原来的原生家庭是过得比较清苦的，哦，所以比较贫穷，家境没有那么好。那虽然是这样子哦，那他心里面一直有一个结啊，哦，他就觉得他妈妈不要他。好，那到了诶，后来学佛哈，哦，他就开始呢会去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说诶，他有一天念经啊，哦，念到说他说他就告诉自己说，诶，对啊，我为什么不要想我有两个妈妈，而为什么一直要去想说我被抛弃，我的妈妈不是我妈妈，好，哦，是不是？诶，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他诶突然一个念头说，诶对啊，我如果想诶你看我有两个妈妈两个爸爸，你看我比别人多，
那不是很好吗？而且重点是这两个家庭哦，彼此之间不是是不是有怨恨的，还很友好的哦，就很友好哈。那可是呢，这样子还是没有办法。他虽然是在佛法里面呢有想通，可是在他的妈妈面前呢，他碰到，其实有时候碰到最亲的人，你那一句话还是讲不出来诶。好、哦、是不是？所以呢他这心里面呢就有纠结啊齁、哦、纠结。啊，他的个性本来就是比较纠结的人啊齁、哦。啊，结果呢在最后呢就有，就是他就跪在后面啊，每一个跪在他妈妈身边啊，啊，每一个孩子都要跟妈妈讲话，所以最后就轮到他了。啊、哦，他讲的呢，大家都快要哭出来了哈、哦，是不是哈、哦？因为呢，他就说：“妈妈，我这辈子哈、哦，因为自己心里面过不去哈、哦，所以我在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叫你一声妈。好、哦，是不是？就我从来没有办法，我叫不出来。我现在呢，就非常的后悔，我跟你对不起，我要叫你妈一声妈这样。”就一句啊、哦、那你看在场的人，你知道他纠结了一辈子吗？那他妈妈87岁有没有纠结一辈子？是不是这个纠结这件事情有时候放在那个心里面呢，其实真的是、哦、你就吐不出来又吞不下去、哦、然后那个结呢，哎呀，他有没有可能变成未来的一个种子？有啊，那有需要这么困难吗？其实对外人来讲，对旁边的人来讲，哎呀，放下多么简单哈、哦！可是他可能呢，就在一个念头当中呢，他就是转不过来，就是转不过来。好、哦，所以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一个念头的啊，念念相续，念念相续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好、啊、去发现哦，这个牵动的？啊、哦，牵一发而动全身嘛，哈、哦，所以你看行哦，其实只是一个念头，心里面隐藏的一个秘密，啊、哦，那别人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因为他没有那个经验，也没有那个经历，也没有那种个性，好、哦，但是他可能会变成未来的一个果报，有没有未来的一个结果？哈、哦，那我们就要知道哦，所有的念头不是只是想想。我们要去觉察，啊，去觉察哈、哦。那我们这次呢，有一个居士啊，有一个法师哦，哈，哎，那个师父跟他认识很多年啊、哦，就是大概有20几年啊，我们一起出家哈、哦。然后他在道场里面呢，要管5-600个，我们那时候有5-600个法师啊，他在管理哈、哦。那这管理呢，他做这个这个高阶主管哈、哦，就是叫监院哈、哦，监院就是总管。总管可是他上面有住持，好，下面是大家各组的组长。可是呢，我就看到呢，他出家之后呢，说不管任何的疑难杂症哈、哦，哦，他都是微笑的，都笑笑的，所有的事情他都从来没有看到他生气，嗯，奇妙哦。因为这种很复杂的事情呢，因为你要明带啊。一团兵不带一个僧，有没有？那个出家人，那个一个比一个怪。好、哦，可是呢，他呢是，嘿，我就看到他永远都是笑笑的，我就觉得这师兄真的是很不简单，很圆融，很圆融哈、哦。然后也修得很不错哈、哦，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很多哈、哦。那结果呢？啊，他这次、啊、跟师父去啊，就刚好碰到一个医生，那个医生好厉害哦。那个医生呢，一眼就看到他的内心啊、哦，他说：“哎。”这位师父，你已经生闷气生了30年了。我吓一跳，我就想，哎呦，被看住，害我不敢看那个医生，有没有？你的气全部都淤积在你的内心当中，哈，被无法化解，哈。好，所以呢，你看你的全身都是硬的，哈，什么的，反正他讲了一套。然后我就吓了一跳哈、哦，我就掐指一算，哦，还好是出家20几年哈、哦，不是三十年，表示是在他出家之前的气哈、哦。哎，后来呢，这师父呢就讲啊，对啊，他出家之前哦，他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媳妇，好、哦，那这个大户人家呢就有老大、老二啊，哈、哦，大媳妇、二媳妇啊、三媳妇，他公公特别疼他，他是二媳妇，
疼到什么程度呢？疼到他们家是啊，那个家产哦，家业全部过名到这个媳妇的名下，不过给孩子，过给媳妇，你看多惨哦。为什么？那表示呢，他是可以有具足就长家的哦，这个啊、的这个资格。然后公公非常疼爱这个媳妇，疼爱就惨了，有没有？所以他得要在那么年轻二十几岁的时候，要承担这整个家族的内斗啊！你看，所以我就知道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圆融，因为他看多了，有没有？好、啊，是就是像那个《红楼梦》里面那个王熙凤，有没有？哇，凤姐很厉害，这样哈。然、啊、后、啊，可是呢，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哪有那么简单？所有的事情你要做表面的和平，你就要做苦往哪里吞？是不是？你修得很好，可能是苦往把塞哈，是不是？是放到心里面去，比较能够维持大家的和平嘛？是不是？所以呢，就会怎样？心俗拿不讲出来，有没有？是不是？就说哎呀，那个是夜阑的人静的时候呢，你有没有消化能力？没学佛还很难有消化，学佛了之后还知道要消化，没学佛就是放着。还好他后面修行了，有没有？好，那你看这三十年前的那个结，到三十年后被看出来，哎，还在哎。是不是？所以他自己一想，他承认呐、啊，啊、哦，他说被气的，然后那个气呢，吐又吐不出来，你也不能够做什么，做坏事，因为人的个性有时候，啊、哦，就是那个先天的个性，有的人就是很体贴，啊，你的体贴就惨了，你就不会发作嘛，那不会发作，你放在心里面，哇，伤到谁？内伤。那你说我不要内伤，那就外伤。哦、是不是、哦、啊外伤的结果通常都两败俱伤、哦。所以呢诶你看这样子的人他也还好他是这样子的委曲求全啊、哦、所以后来他出家的时候没有人对他有意见没有人敢反对他因为他对这个家真的就尽心尽力鞠躬尽瘁我现在要修行了不行 哦, 哦是不是没有人会阻碍没有人阻碍得了他。哦、那他后面修行呢诶就能够这么圆融也是前面有这个历练、哦、可是我们就知道如果没有真的化解啊、哦、那未来还是他还是存在在那个地方哦，他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你到这一生没有处理、哦、你下辈子又同样又在遇到同样的一批人过不去的又来了哦，好可怕 哦, 哦听到这个哦啊、要赶快念华严经、啊、因为、啊、为什么、啊、因为呢这个如果你认为因果是真实的它就是真实可是我们刚刚讲因果是什么轮回是什么因缘和合的一个假象你不要只以为真否则呢你就会在里面有什么有作者有受者我造业的人我受报的人有没有所以如果你的人生是要来造业或者是要来受报请问你要选哪一个啊？你要成为加害者还是要成为被害者你要选哪一个好自己讲的我有录音哦、啊、你想想看如果你曾经是加害者你学佛之后你很忏悔懊恼我以前怎么做那么多坏事你要怎么忏悔你要去找被害者让他原谅你他你才会过得了这一关要不然他不会不要放过你你怎么办有没有好那如果你曾经是受害者是不是好处理因为你只要选负责我原谅你就好了有没有所以如果是这样你回头想想幸好我们是被害者我们是委屈的还好学佛之后呢好处理你如果以前是做坏事的比较强势的那一方都伤害别人的那一个你不要以为你逍遥法外你看你到时候修行了你就很麻烦有没有是你还得要把那个以前伤害的那些全部都找回来说你愿不愿意原谅我问题是你有那个脸吗是不是人都是这样啊都会说
我哪有那么坏、啊、是不是？每个人每个加害者都不觉得自己很坏，每个被害者都认为加害者坏到不行，太可恶了，是不是？但是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去做那个加害者？为什么要去做那个被害者？你可不可以两边不两害？好、哦，卖羞嗨有没有？不两害哈、哦，所以要有智慧啊，你就会知道，你不要去选择这两个角色都那么烂，你为什么要去演？不要演啊，罢演知道吗？好、哦，是不是有很多角色，你为什么不要去演度众生的菩萨？为什么要去演那个受害者？哦、是不是有这么多戏可以演、哦、所以呢行呢它可以生未来报，你未来的一个结果你要怎么样去让它可以形成真正的你想要的结果，所以就在还没成型之前那个心念在流转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啊、哦。好，然后行之后有事嘛，事就要去怎样令诸有相续，他就已经开始呢有了生命的现象，阿赖耶识有没有生命的总报体，这里面呢累积了多少多少的种子，多少的行哦，好，然后呢他带着这样子的一个业力啊，他会延续一生又一生，一生又一生，是不是、哦、所以呢令诸有相续啊、哦、然后呢他来投胎、哦、他来投生，投生之后呢就要长成名色，好、哦，长成名色哈、哦，就是要有一个精神的状态跟物质的状态，好、哦，它才可以假名为一个生命体嘛，是不是？六道啊，鬼就要鬼的样子啊，好、哦，鬼要鬼的心哈、哦，天人啊、哦，有人说我要当天人啊、哦，那你要知道天人长什么样子啊，啊、哦，是不是？你要当天人，你知道天人长什么样子吗？要打扮成天人的样子啊，啊、哦，你不是说。啊，那我知道，我去插两只翅膀哈、哦，那是天鹅，不是天人，是不是？天人还需要翅膀，也真的很惨哈、哦。人家两根翅膀是能飞多远，哦、飞不高哈、哦。所以呢，哎，天人呢，身体是透明的，是一团光，是不是？天衣无缝嘛，啊、哦，然后呢？天人是化身哦，他不需要父母亲，他是变化所生，他被什么化？他被他的善念化身。所以你如果呢这一生都是积德行善，就十善嘛，你的念头呢就会让你升天。好，所以嗯，对，化身。胎生我们要当人，必须要找到好的爸爸妈妈投胎，是不是？胎生、哦、要有好的母胎母体、哦、那诶化身不用啊，化身就是你心想所生，所以阿弥陀经里面讲、哦、就是莲花化身有没有，乃至十念你就可以去，因为阿弥陀佛的世界也是化身、哦、所以莲花化身有没有，好，然后要注意哦，鬼也是化身哦，鬼头鬼脑有没有？你的鬼主意哪里出来的化身啊？是不是？所以呢，有三种都是化身，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哎，化身呢，到天人是化身，然后呢，啊，极乐世界是化身。那、啊、既然都是化身，你是不是要注意你的念头，让他去好的地方，不要跑到鬼那边去啊？是不是鬼也是化身、哦、所以你看诶我们就知道胎卵湿化有化身、哦、那化身呢诶我们要生成一个诶这个天人的名跟色啊、哦、那你就要从因那个事是不是要多下一点功夫，是不是？好，那名色之后呢，我们讲如果是人的话呢，这个精神是不是会帮助物质，物质会帮助精神，简单来说身会帮助心，心会帮助身，所以你要身体健康，你的心要先健康，你的心健康呢身体会容易健康，但是身体健康呢心也比较容易健康，有没有？好，所以呢这两个就互相好，互相，所以我们常常说齁，你要禅修修得很好齁，其实身放松你的心就会放松。
所以我们就说，哎，修行就是练习两个嘛，身体放轻松啊，然后心呢保持专注，啊，专注。好，那下一次呢，师父有办禅期，一定要去参加。你看我们呢，啊，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什么通通都不用烦恼。好，然后呢，我们还跑到丽江去啊禅修嘞，人家来不要收费的嘞，啊，为什么？其实都是因为师父的关系嘛，哈，啊，其实我也不是因为我的关系，是因为佛祖的关系呀，啊，我们都是本佛祖的福气呀，是不是？人家是要供养那个修行的团体嘛，哈，然后呢，又吃好的那个那里的菜啊，真正叫做好吃的菜哦，你看。啊，那个我们的煮法师父哦，他说，诶，有没有辣椒？说有，马上去采，这样诶，好，哦，就在那个菜园呢，采了五分钟，马上就辣椒捧上来，啊，诶，菜不够吃的，啊，有没有那个包菜？啊，包菜就是高丽菜，有，菜园有，然后就去摘了一颗来现炒，你看，你去哪里找这种找这种地方啊？啊，是啊，好神奇哦！施医施啊，医治施时时来哈，啊，我们只负责坐在那边享受所有一切现成啊啊！但是啊，我们自己是吃得很心虚啊，我们的学员呢，每个都吃得很理所当然，因为我们上课呢，就跟大家讲，若人静坐一须臾，功德无量，有没有哈？圣造恒沙七宝塔。哦，那当然也是有人很心虚啦哈，哦，他说，哎呀，我们都吃人家的，白吃白喝白住哈，哦，然后呢，又住得这么好，这么舒服哈，哦，然后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他是做那个啊连锁的法郎哈，哦，所以他说，那我也来回敬一下，我送他300罐洗发精好了，就说。还好你是供养的有头发，你供养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又不需要。是不是无用武之地哈，哦？是不是我们真的禅修修行啊，什么都不需要，就身体最放松，你就身体就会健康啊，哦，呼吸自然的呼吸哈，哦，然后心呢就专注，不要烦恼，不要挂碍，你就很容易就入禅定。好，哦，有一个人问哦，说师父，那你去那边，你有觉得在哦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我说哦，那个地方哈，哦。行住坐卧，你都好像就很自然就在禅定当中，就离群所居啊，就完全没有挂碍啊，那个烦恼，你想起个烦恼还不知道要起哪一个，很自然哦，很奇妙的一个因缘哈，哦。所以你看，我们的心哦跟身哦，心放松，身放松，身心会互相帮助，所以各位啊要。好好的修行，因为修行会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明色的状态，互相铸成，好，互相铸成。然后呢，诶，接下来呢，眼耳鼻舌身意呀，好，是六根，六根要对什么？六为什么要长六根？我们上次讲啊，啊，上一堂课就讲，六根是为了要怎样？要攀缘来的，要攀缘什么？你要攀缘色，你就要有眼根呐，啊。你要攀缘声音，你就要有耳根呐，啊，有没有？那你如果都不攀缘，照见五蕴皆空，就叫做无眼耳鼻舌身意呀，啊，有没有？无色声香味触法哈，好，哦，不是说哎菩萨都瞎眼，不是啊，是菩萨的心中没有境界，一切境如梦幻泡影，所以他的眼耳鼻舌身意他是不攀缘的，啊，哦，那他做什么的？啊，哦，那你总是因为要度众生，所以要有什么庄严的完整的六根，菩萨的六根是来度众生用的，给众生看看庄严，哇，这么厉害，是不是？那菩萨还需要看眼睛吗？用眼睛看吗？不用啊，他智慧就可以看了啊，那他为什么还要一个眼睛？是不是？那难道你看到菩萨这个挖了两个眼睛，你觉得这样很可怕？你觉得这样的菩萨可以信吗？哦，所以呢，他为了要怎样？为了要让众生起欢喜心，所以他要有庄严的眼睛啊，好，哦，还要干目澄清似大海，有没有？非常澄清啊！你看他的眼睛啊，哇，水汪汪的清净啊，你看的就很舒服啊，而且是智慧之眼，好，哦，是
菩萨也要有耳朵啊，你看那个福报耳，耳听他，耳听什么八方，是不是？好，然后呢，菩萨的相貌呢要庄严啊，好，是来度众生用的，好，所以菩萨的六根是来什么样？叫做报身。那我们的六根呢是做什么？要染净啊，染净哈，要来接触环境，要来探索环境，要来吸收讯息，好，所以叫取自境界，好，取自境界哈，所以意思就是眼对色，啊，眼不会跑去听，有没有？眼是用看的啊，然后舌就是肠胃，身就是接触哈，所以自己的一个境哈。好，那再来呢？触呢？触就是能触所缘嘛，接触所缘境。记不记得刚刚无明叫做错误的取所缘，有没有？好，所以呢，这时候哎，我们就要知道，如果我们接触的那一个所缘是错误的，你在触的时候可不可以起决心？可以哈，吃饭的时候一接触酸的。啊，喜欢吃酸的就会说啊，就是这一味，有没有？好，是不是念头就哇，太棒了，好好吃哦，多吃两口，有没有？好，那你如果说，哎，怎么是酸的？哎，呸呸呸呸呸，有没有？是不是触开始的？是，所以在触的那个当下，觉察、觉照，好，所以这时候呢，你在接触啊，啊，你就会有觉性。哦，所以这个是一个观呐，啊，什么什么观，就是接下来还会有受嘛，是不是？触之后就会你接受了这个讯息，然后这个受呢，啊，在南传的观行里面叫做受念触，有没有？受念触就哎，你怎么样接受？不是等到你有感受了才在那边观哈，啊，接触的那一瞬间，你就在这个地方升起觉受。觉察，你对于受如实知，啊，你知道，哎，我现在呢，感觉很舒服，你能够观察；你觉得很不舒服，你也能够观察，啊，所以这个叫受念处啊，啊，那我们说吃饭呢，啊，是不是也要有观察五官哈，啊？我们今天听的，哎，这个吃到酸甜苦辣，在吃的时候有这个舌受，你就观察。但是如果平常没有关，好吃的就不知不觉吃太多，有没有？啊，那不好吃的呢？啊，就吃得起烦恼心、嗔恨心。啊，所以我们常说，哦，像我们要出家，哦，我每次都问，你会煮饭吗？他说，不会。我们每一个来出家的都说不会煮饭，我说太好了，我们要修行了，因为我们出家师父每一个人要轮流煮，这样轮流煮。那轮流煮呢，他做什么？他就要那个，就是要煮给供养大家啊，哦，我说煮的好吃呢是大家的口福，煮不好吃呢是大家修行的机会，是不是？就保持正念就好啊，哪有什么不能吃的啊，熟就好，有没有啊，哦？好，那你看，因为我们在每天哈，哦，从早到晚哦，要吃三餐，最容易在三餐当中忘记自己要修观行，尤其是有的人很喜欢东吃吃西吃吃，有没有？啊，每次吃一点什么小零嘴啦，从早到嘴巴没停的，啊，那个就很好修行，有没有？啊，就要一直要去注意自己的那个觉受啊，觉受。好，那这是受嘛，啊，受要有领受、爱憎等事，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会观行啊，你就不会有后面那个爱，啊，有没有？爱叫做染着。染着可爱，很可爱，有没有？我们说，我们看到可爱的时候，女孩子都会怎样？哎呦，好可爱哟，哦，有没有？我一听就想，这就是女人哦，就是这样哈，哦。你有听过船上讲“哎呦，好可爱”吗？他只会说“很可爱”啊，哦，是不是这样哈？木山，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哦，可爱，啊，是不是啊？但是呢女孩子很夸张，有没有？超可爱的哈，哦，好可爱，还要去给她捏一下，还要亲一下嘞，哦，是不是？所以呢，你看
我们这个哈、哦、就加强哈、哦，加强那个渲染能力，有没有？啊、哦，渲染的，你本来不可爱的也变可爱的，啊、哦，是不是？啊，不好听的也变好好听的，有没有？这叫加油添醋，好、哦、是开染坊的哈、哦，叫染着可爱式哈、哦。所以我们看，我们是不是就很这爱不重不生娑婆哈、哦？我们娑婆世界就是以爱为导向，大家都是呢在可爱来可爱去。所以等到有一天变可恶的时候也是怎样齁、哦、多可恶齁、啊、其实也没那么可恶啦齁、啊、但是因为我们有那个染浊的那种习气，所以你会把它加强到呢齁、哦、就变成好像齁、哦、不共戴天之仇，有多可恶齁、啊、有多可怕这样齁、啊、齁、哦、所以呵呵这个爱到什么时候，爱到呢不能够放开了，不得不要了，爱不释手了啊，那就想要想办法把它抓过来，巧取豪夺，有没有？好，所以取啊，你要追求，令诸烦恼相续，好，令诸烦恼相续，然后呢，就怎样，就有了，好，有了，令于余趣中生，啊，令于余趣中生，就开始呢，有了业，有了余趣，哈，就是人，啊，天。啊，其实呢，你不用轮回的，结果呢，我们就跑去六道，有没有？好，那六道呢？因为如果我们不起轮回的因，就不用在六道轮回。那你说，那不去六道轮回，我要去哪里轮回啊？有没有那么傻的哈、哦？好，那你保持正念，你需要去轮回吗？哈、哦，是不是？你说直接直通。这个诸佛国土哈，随便你去，你还需要排队哦，好是不是哈？所以呢，令于诸趣中生哈，所以呢，你说我们要在六道当中生哦，还真的哦，要很愚痴才可以啊，好是不是？你就是不知道原来这些都是你不需要去排队吧？啊，你也不需要去争取一个位置啊，有没有？好是哎，我们说这个。好、哦，娑婆世界，你要帮我留个位置哈，好、哦，免得到时候呢，我来轮回没地方站哈、哦，是不是？是很无聊，有没有？我们就像那个狗狗这样子，到处去撒尿，说这是我的地盘哈、哦。那我们呢，其实就是可以不用有这些，好、哦，可以不用有这些啊、哦。所以呢，这个有的业就是叫我们哈、哦、去轮回，所以我们不要有，啊、哦，不要有哈、哦，所以生。啊，那有就是升起诸运嘛，你这六道当中都有五运呐、啊，啊，你说那个海星啊，海星不是海星没有眼耳鼻舌身，那到底是什么？那你做海星，你再告诉我啊，啊，是不是？他有没有感觉？啊，他有没有想法？有没有受想行识？有啊，啊，只是我们不在这一种类型，所以你不能够明白嘛。好，那人类的受想行识比较明显呐、啊。好，尤其是我们在欲界的众生呢，受特别明显，情绪有没有？情绪是人的一种特有的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啊。啊、哦，你说那个蜗牛有没有情绪啊？不知道啊，没有表情有没有？他说我家的猫有情绪哦，是啊、哦、所以他会叫做家禽嘛。可是呢他也没有办法很明显的、哦、就是有什么情绪这样、哦、那但是呢我们自己啊就知道啊，我的身跟心、哦、组合起来就是五种运的一种集合。好，五种法的集合哈、哦。好，那有生呢，我们这一生是不是就绕着五运在跑，是不是？我们就累积来累积去，就是照顾这个身体，然后要不然照顾这个感情、感觉，有没有？啊、哦，所以感情要经营啊，啊、哦，要经营的感情是不可靠的，因为本来你怎么经营都还是有危险呐、啊，啊、哦，那你不经营就更惨了，是不是？哈、哦，好，所以呢，哎，受想行识，啊、哦，都是怎样？都是会有什么？后面这个叫做老，啊、哦，会有老，令诸根变异，有没有啊？诸根变异呀、啊，啊、哦，就开始会坏掉，会改变。好、哦，死能坏诸行，
好，能坏之诸行。然后死的意思呢，就是怎样不觉之故，相续不绝。所以表示呢，这中间哈十二因缘为什么会一路到死呢？这中间都少了三个字，叫做不觉知，有没有？因为我不觉知，所以你就一直让自己一路到最后，你才会相续啊。如果你觉察了，你知道危险了，你是不是会赶快踩刹车？你说不行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一定要停止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制止事情的恶化，我一定也不可以再继续好、哦、这个轮回下去啊。好，那有没有方法，有没有人来教我方法？是不是学佛其实就是寻求一个解决的方法齁、哦哦、所以刚刚的那个山来就说齁、哦、他昨天呢出了一个任务齁、哦哦、这个任务啊来参访的这一个主角啊行程一遍再变三遍四遍齁、哦、所以呢变到最后呢齁、哦、他昨天只有一个心得，就是跑断腿而已齁、哦、是不是齁、哦、所以因为他要去应变啊齁、哦、应付这个变化啊齁、哦那所以他一直要想办法、哦、跑上跑下到处奔走，一直去不断的把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哦、接待的工作全部通通都应付好、哦、那这是不是就是找方法有变化那想办法、哦、还是说、哦、就起烦恼也可以哦，就是说我不干了、哦、也可以、啊、就回家睡大觉，是不是好说，那你如果要继续下去，你就要想办法去应付这个变化。那应付变化的结果就你就过关了、啊。好，那不应付呢就回去洗烦恼，你就还在那个地方好原地踏步。好，所以呢如果我们呢知道有解决的方法，是不是就不会原地踏步，不会被困住。没有解决的方法呢才会啊、哦、只在那边起烦恼。好，那解决虽然很辛苦，可是总是好有可能后面会有转机。修行其实是这样啊，孤注一掷，因为就在赌一个什么有可能会解脱嘛，有可能会证到阿罗汉啊，说不定你这样努力你看证到阿罗汉最短的是三辈子嘛，是不是三生，那你怎么知道你前面没有修，说不定这是第三生，我们其实都这样想啊、哦、所以呢很多人说师父你要那么辛苦，我说诶我要赌啊，说不定这一辈子是我最后一生了，我功课修完了我就可以再见了，是不是，是这样啊，辛苦一点有什么关系，还能跑啊、哦、是不是、哦、所以呢诶这很多很多人呢就说哎呦师父看到你这样、哦、都不敢出家，哼有什么关系就不敢出家，那我找敢的就好了、啊、怎么那么多人敢不怕死的都一直跑来排队、哦、是不是、哦、是真的啊、哦、所以呢有很多人说师父我要来找你出家，我说做什么，我说、哦、他有一个人就说我觉得、哦、出家很好可以每天看经书，我说那你找错人了他以为都坐在那边喝咖啡然后看经书，那个我们是拍广告单是这样拍哦、你绝对不会那么悠闲，为什么？因为你想要早死早超生，你要想要早一点修好你的该修的功课的时候，你一定会比别人还要忙啊，是不是？你要能够万事通，你一定是大家都来找你嘛，那你如果没一件通谁要来找你啊，是不是、哦、所以能者多劳啊，好，那至少呢我们在哎，在死的时候可以怎样啊？发现原来我可以怎样不受后有，那不是很好吗、哦、所以呢希望大家十二因缘看完要下定决心、哦、要有觉知 哦, 哦，要不然呢没完没了谁受得了、哦、是不是、哦、所以呢师父在劝大家用功的时候一定要怎样、哦、欢喜接受，不要跟师父对抗，知道吗？好，要想办法哈、哦，因为我们的方向是要解脱的，我怎么会拖你们去轮回？拖你们去轮回，我就衰了呢，就换我也跟着被拖下去，是不是？哈、哦，所以呢，解脱方比较多，解脱就会赢哎，有没有？轮回方比较多，我们就会被拖走哎，
哦、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被自己的那个轮回的力量、哦、拉走，我们要从解脱走解脱道、哦、解走菩萨行、哦、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哦、就要发菩提心、哦、要好好的用功把这个华严经给念好、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哦、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回向、哦，愿我无敌意无危险，愿我无精神的痛苦，愿我无身体的痛苦，愿我保持快乐，愿我的父母亲，我的导师亲戚和朋友，我的同修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保持快乐，愿在这寺院的所有修禅者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在这寺院的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善男子、善女人，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我们四字句的布施主，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我们的护法神，在这寺院的，在这住所的，在这范围的，愿所有的护法神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一切众生、一切活着的众生、一切有形体的众生、一切有名相的众生、一切有身躯的众生、所有圣者、所有非圣者、所有天神、所有人类、所有苦道中的众生，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一切众生脱离痛苦，愿他们不失去以正当途径所获取的一切，愿他们依据个人所造的因果而受生，上至最高的天众，下至苦道中的众生，在三界的众生，所有在陆地生存的众生，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无敌意，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无危险，上至最高的天众，下至苦道中的众生，在三界的众生，所有在水中生存的众生，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无敌意，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无危险，最高的天众，下至苦道中的众生，在三界的众生，所有在空中生存的众生，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无敌意，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无危险，回向功德，愿此功德种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思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至诚礼佛三问讯，再问讯，三问讯。李谢教授法师慈悲开示，至诚三问讯，向佛一问讯。阿弥陀佛。